今天我们公立医院。
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六人，已足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开会啊，请议事人员来宣读报告事项。立法院第七届第四会期财政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委员会议报告事项：一、宣读立法院第七届第四会期财政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98年11月2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12时1分；中华民国98年11月4日星期三上午9时1分至11时21分；地点：本院前贤楼9楼大礼堂。出席委员林德福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朱凤芝委员等40人。11月2日星期一，列席官员财政部部长李树德等11人。11月4日星期三，列席官员财政部部长李树德等9人。主席林召集委员德福。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二、本院议事处97年12月17日函未请本会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财政部拟将维德交岛自适用我国海关进口税则第二栏税率之低度开发国家清单除名案，经院会决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三、本院议事处98年10月14日函未请本会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经院会决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四、本院议事处98年10月23日函未请本会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证券交易税条例增进第二条之一条文草案，经院会决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五、本院议事处98年10月28日函未请本会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契税条例第24条条文修正草案及使用牌照税法第31条条文修正草案，经院会决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六、本院议事处98年6月22日函未请本会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烟酒税法第22条条文修正草案，经院会决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七、本院议事处98年10月29日函未请本会审查本院委员赖清德等25人拟具烟酒税法第22条条文修正草案，经院会决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八、本院议事处98年5月6日函未请本会审查本院委员卢修彦等25人拟具烟酒税法第22条条文修正草案，经院会决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11月2日星期一，讨论事项一，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财政部拟将维德角岛自适用我国海关进口税则第二栏税率之低度开发国家清单除名案。二、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委员林德福等11人提出质询，经财政部李部长及相关单位人员予以答复。决议一、行政院函请审议财政部拟将维德角岛自适用我国海关进口税则第二栏税率之低度开发国家清单除名案审查结果，瓜无异议，照案通过。二、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本案时由林召集委员德福补充说明。三、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二、行政院函请审议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报告及询答完毕，令择期再审查。通过临时提案二案，11月4日星期三讨论事项：一、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证券交易税条例增订第二条之一条文草案；二、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契税条例第24条条文修正草案及使用牌照税法第31条条文修正草案；三、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本院委员赖清德等25人，委员卢修彦等25人，分别拟具烟酒税法第22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德福等8人提出质询，经财政部李部长、树德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柏涛及相关机关人员予以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卢修彦、孙大千、潘维刚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主管机关以书面答复。三、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主管机关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四、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请相关主管机关于1周内送交本委员会，并分送相关委员。决议一、行政院函请审议证券交易税条例增订第二条之一条文草案审查结果，括号一，增订第二条之一条文第一项修正为：为活络债券市场，协助企业筹资及促进资本市场之发展，自中华民国99年1月1日起7年内暂停征公司债及金融债券之证券交易税。
原草案第二项删除。括弧二，本案审查完竟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本案时由林召集委员得符补充说明。二，行政院函请审议契税条例第24条条文修正草案使用及使用牌照税法第31条条文修正草案审查结果。括弧一，均章照案通过。二，括弧二，二案审查完竣，分别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本二案时由林召集委员得符补充说明。三，行政院函请审议及本院委员赖清德等25人，委员卢秀燕等25人，分别拟具烟酒税法第22条条文修正草案审查结果。括号一，照行政院提案通过。括号二，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本案时由林召集委员得符补充说明。四，以上各案均不需交由党团协商。报告事项二，本院议事处98年10月1日函，未请本会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经院会决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三，本院议事处98年3月11日函，未请本会审查本院委员张清忠等24人拟具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经院会决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宣读完毕。好，那个我想议事人员已经宣读报告事项哈，这个现在我请问我们啊各位委员哈，对上次这个议事录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哈，那我们就确定哈。那现在请议事人员来宣读讨论事项。讨论事项：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员张庆忠等24人拟具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宣读完毕。好，那我们现在来介绍哈，在场的委员与部会首长哈。那介绍完以后再来哈。那个首先来介绍啊，张庆忠张委员哈。来，赖世宝赖委员，孙大千孙委员，还有财政部长李部长，户税署的署长许署长，还有金管会的政企局的副局长张立珍张副局长，银行局的肖副局长银行局肖副局长。华务部的参事哈，管高业管参事哈，还有农委会渔业署主任秘书江英志江主秘，啊农粮署的科长哈黄科长，行政院国科会的这个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的副局长董良生董副局长，还有经济部国贸局的科长朱科长朱财力。还有啊，经济部商业司的科长庄文林庄科长，以上哈、哦，那个赖委员，那个他刚刚有特别来提出说他有权益问题啊，要提出来哈、哦，所以说我们让他发言2分钟。谢谢主席哈、哦，这个我主要提的是说我有个提案呢、啊，就是今天这个案子啊。针对36条跟42条之一，我提一个修正案了、啊，因为跟行政院的版本有一点不太一样。行政版本是说我们对于国外的这个就把它5%要降到2%要一样，那我这个是引用到同一个法里面第13条第3项吧，里面提到是说3%啊，3%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原来2%，我们是原来金融营业税是5%，降到2%，它的理由。是说那时候要放到 RTC， 那么国外的金融机构其实到这里来保险什么之类的并没有负担这一条，所以其实放到2%对我们的业者对台湾的社会不尽公平的、哦、我的提案其实成案的，而且也复委了、哦、已经也程序委员通过，但就在上个礼拜因为民进党杯葛啊，所以我们整个没有进行了、啊、所以让我的案子今天进不来、哦、我主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的案子进不来啊，我不知道主席有没有主秘有没有这个，在这情况之下我案子能不能进来，如果能进来那就并案审查，不能进来有什么方式啊可以让我，因为提案就完全是针对今天这个案子提啊，就差那么几天啊，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好，我想那个赖委员因为也提了一个齁、哦、跟我们今天
一样的这个修正案哈。那因为案子还没有到我们本委员会来哈，所以说是不是到时候提修正动议啊？我们来并案讨论，好不好？哦，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哈，请提案委员来做说明哈。这个要旨及主管首长哈，主管机关首长来提出报告。首先，请张庆忠张委员呐、来做说明，就是针对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啊，营业税法第七条条文修正草案，来，你来做说明，谢谢。主席，李部长啊、各位官员啊、各位委员，大家早哈。那今天本席啊等24人啊提出营业税法第七条第一项啊希望在这个条里头啊针对啊第八款啊，因为我这个第八款啊刚刚看的就跟行政院版的哈、它针对的第八款第九款啊它是相同啊哈、那我们想说在讨论的时候或者是在做决议的时候啊能够并入一起讨论了哈。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保税事业啊，那它的免税或者是保税的物的货物啊，那在经由啊外销经销的这个厂商啊，也就是贸易商在中介在承销的时候啊，它过程是促进啊这整个贸易的一个成交哈、以及促进的这个外销啊，那这些货品啊中间并没有在非营业这个非保税期啊，要税期的话，停那个销售，它是最还是直接出口啊，在这种情况的话，依现行的税法哈、就是一定要哈、先缴，然后的话马上啊又要退啊，那一缴一退之间呐、衍生很多的征税成本，那也延伸了很多在这种我们货品货物啊出口导向的我们国内啊很多。的这个钱呐、很多的这个增加很多的成本呐、确实是没有必要啊，也造成了 这个承销贸易商或者是保税的业者的一个困扰啊，那同时也增加很多征税的成本呐、造成我们出口不利啊，所以我们既然是这个情况之下，那我们就是建请贵委员会能够将。营业税及非营业税法哈、第七条的话哈、我提的是第八款哈、能够增列哈、提请贵委员会大家来公决谢谢。好，谢谢张庆忠张委员的提案说明哈、那我们接下来请李部长哈、来做报告。召集人、各位委员、各位媒体先生、小姐、各位同仁，大家早哈！还是再次的感谢委员会来审查我们营业税相关的修正案。那这一次呢，基本上讲起来，我们是为了保障纳税人的权益以及基征便捷的这个理由之下，我们做了一些修正哈。总共是修正这个增订六条，修正十条。我想文字的说明在第一页哈。那大概分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配合复改会对营业税税制方面相关的问题做了一些检讨，大概修正了这个几个条文。第一个是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这些事业机关团体以及这个专营免税货物或劳务的营业人，如果他的进项税额未申报扣抵销项税额的话，那我们认为这个根本就不视为销售货物哈、可以把相关的规定做简化。第二个是刚才也是等于这个张委员是不是指教到的，保税区跟保税区营业人以及课税区营业人的范围把它定清楚，那这样子对进口货的定义就更一致了哈。第三个是划一个保税区营业人相应的租税这个待遇，目前我有七种经济特区那相关的租税待遇把它一致化。第四个就是对国内买受人向在我国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的国外事业机关团体购买再保险以外的专属金融本业的这个业务，也是刚才我们这个赖委员所指教到的一个修正的一个重点，就是把营业税的税率由5降到2这个只是讲这个本业的部分并增订国外这个购买劳务单笔给付金额在一定金额以下，那这目前我们是比照这个进口的税额是3000块以下的话就免缴这个营业税，也是简化。
第二大部分是配合复改会，也是营业税简化行政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目前实务上的诸位认为有一点是可以来做一些修订哈。啊，主要是将营业人申请营业地址变更的啊这个部分呢，我们把它排除在这个应缴清退税款或提供担保的这个规定。那主要是不影响税款的保全啊，所以这个简化。第三个是配合稽征实务上，那事实上有些事情我们把它明法条明定。啊，第一个就是说，房屋营业人将免征营业税的农业用油啊，或是渔业用油，他有些说把它移转给别人使用了，那这个就不符合税法的规定，那当然就要补征了哦。这是第一个，把它明定。第二个是配合烟品兼这个令征健康福利捐相关的规定，让那个营业税的税基要把它讲清楚，就是含这个福利捐。第三个是授权我们财政部订哦相关后面作业的一些规定，诸如营业登记的事项了、变更登记了等等等，这一些把它的相关的作业的表格啦、数据啦等等等，把它讲清楚哈、由财政部另定之。第四个是营业人对应税的货物或劳务的定价要内涵，因为现在实务上有些作业啊，这个营业人呢、就说哎你要不要加税啊，另外加那是造成实务上的争议哈、所以我们把它明定，应该是内涵的，本来就是内涵的哈、不这样做的话就是违反规定就要罚了。第五点就是明定稽征机关对营业人申报营业税案件核定期间，那现在我们每两个月报一次，一年大概490几万件，那相关后续应补应退啦等等等相关的规定把它讲清楚哈、做一个合客状态把它确定，减少争议。那以上这些修订我们认为呢，在经过研讨之后，它的修法的效益大概分成这个四个重点。第一个，当然我们最重要是保护维护哦纳税义务的权益，像刚才所讲的租税待遇的确定啦，以及这个合客方式的期间的确定，减少争议。第二个重点是租税公平啦，我想这个大家特别关切的，我们刚才所讲的哦，国人买这同样是金融产品，那为什么用5%跟2%不一样？什么通通用一致哈、买这个只要是金融产品本业的部分，营业税的税就是2%。第三个是简化税务行政，刚才所报告的营业地址的变更啦、或是劳务免征营业税的税额，把它明确化哈、第四个也是我们目前希望社会大众能够支持的，就是说反正依法缴税没有问题，违法的或是不法的，当然我们必须做必要的处理哦，把它这个讲清楚啊、这个是我们修法的一些重点。那最后一点重点是，也借这个机会谢谢我们大院的张庆忠张委员，也提了一些修正案。刚才我们赖委也要提啊，不管怎么讲，他这个张委员所指教的修正的内容，跟我们原来修正的第七条可以说是意旨相同哦，可以说我们就并同来审查。我想以上的报告是不是请我们委员给我们支持跟指教？谢谢。好，谢谢李部长啊、那我们啊，接下来啊。进行询答啊、那每位委员啊，我们照过去的往例8分钟，然后延长2分钟啊、各位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今天早上哈、登记的时间到10点截止啊、那我们现在这个第一位哈、请那个孙大千孙委员来询答。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官员，大家早安，有请李部长。好，李部长。哎，孙委员早。李部长您早。那部长，我今天在媒体上看到啊、我们赋税署对外所宣布的一个讯息，说在第四次的江城会当中，两岸要签订租税协议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一个方案是不是已经确定下来了？基本上应该不是签订了，只是说这个东西我想一直在协调沟通之中嘛，只是借这次机会我们对两岸租税的一些协定的内容做一些沟通。哎，对，那这样的一个沟通确定会在第四次江城会当中推动完成吗？当做一个议题来做沟通做协调，那所以会做讨论，会不会完成，说真的我们也不晓得，还要看整个进行的状况。但不管怎么讲，我想这两岸租税协定的事情，或是两岸避免重复课税的问题，是多年来大家期待的事情。那我们当然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协谈，能够有一个很具体可行的一个结论出来。对，正因为如此啊，我特别关心这个时程表。是是。所以我请教一下部长，是说在第四次江城会当中的议程
已经确定把两岸的租税协定这样的一个问题排在里头了，是不是？因为基本上这个部分的主导是在陆委会这个部分，那我们就财政部这个案子我们是有提出来，那会不会排进去，什么时候排，说真的我们要尊重陆委会。到目前为止陆委会没有做任何的回答，还没有明确非常确定的东西出来。那么两岸如果要针对租税的问题达成一个共识哦，照目前我所看到媒体的报道的程序还算是相当复杂的，它恐怕不是财政部对中国大陆的关税总局就可以完成了、哦这个、甚至还要进行国内的修法的工程，是不是？这个基本上这个是就所得税的部分啊、哦，所得税的部分。当然，这个牵涉我们两岸关系条例25条相关的修正案，这里分两个层次哈、哦。我们现在所做沟通完全是技术性的东西。那事实上，这个多年来在两岸关系条例本来就有一些规定，只是我们希望透过协定哦协议把它更明确化，把它制度化。那但这个如何在两岸关系条例里面把它立一个法源，那这个在上个会期大会也做了一些讨论，那目前还在做协调。所以我请教一下部长、啊、照部长刚才的说法，如果两岸希望在租税问题上、啊、能够达成一个共识，是那么至少要经过三个程序吧，就是部长您刚才提的，是第一个可能要先讨论，对，那当然了，讨论有一个共识之后，第二步骤才能签一个协定，是那协定完了之后还要进行国内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法，我这样的解读对不对？基本上它是有时候可以说是同步了哈。事实上讲起来，我们本来是原来把两岸关系条例送请大院来审议嘛，本来希望取得立法授权就可以做后续的事情。但是立法院觉得说这个部分要授权，可能还值得探讨，说这个案子还在院里面，还在这个协商。目前财政部有没有一个时间表？希望在什么时间内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当然，我们就财政部这个职务的立场，我们希望它尽快嘛。但这个牵涉到两岸关系的问题，牵涉整个国家啊对两岸的这些运作的问题。所以财政部方面希望陆委会能够配合，把这样的一个议程列在第四次江城会。对，我们是希望是这样子。所以那么如果在第四次江城会，就如您刚才所提到的。第一步骤跟第二步骤可能可以同时完成，如果已经有共识就可以签协定，是那么我们就可以马上推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法。修法的已经在院里面了，只是说修法的内容，但是必须要先有协定才能修法嘛、因为你刚才说过没有办法做空白授权的情况之下，对，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完成这样。其实看是这个法条怎么表达了，假如授权的话就等同我们现在跟其他国家的租税协定就完全授权了哈、哦，就是在这个法上就授权了，这是最简单的做法。但是也牵涉因为两岸比较特别嘛，所以院里面大院希望说我们把相关的租税协定的内容或是架构能够把它列示出来，哦，这样子再授权的话可能会比较好。我进一步来请教一下部长啊，就是如果这样的一个协定正式的完成签订，甚至也推动了修法哦。那么一方面对台商来说是一个福音，可以避免重复课税哦，避免赋税成本过高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对于两岸之间的租税的资讯的交换，两岸之间可以共同打击逃漏税，是不是也会有帮助？是，这一定的。我们租税协定主要的内容，第一个是把相关的租税负担法律化、明确化。另外是基征行政双岸的两岸的互动啊、哦，更便捷，那相关的租税的合作能够更强化啊、哦，目的是这样子。目前为止，两岸针对租税的资讯并没有做任何非官方的交换讯息，是不是？目前应该还不到这个程度了。但是签订之后就可以进行交换。签订之后它有个依据了，大家有个法的依据，做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是。好的，我了解了。我在这边拜托部长啊、哦。哪里？那虽然很多。主导权都是在很多工作的主导权都是在陆委会啊、哦，但是要拜托财政部在这个问题上，恐怕要向陆委会表达更强烈的关切、哦。那么如果能够在第四次江城会里头把讨论跟签订这个协定都能够在一次会议里头完成的话，我相信这个工作推动起来就会相当顺利，而且顺利很多。否则如果第四次江城会只是讨论，你要等到第五次江城会再签，那恐怕又要再等好几个月了。是。那么在相对于立法院的修法进度，那就可能要拖到明年中甚至明年底才有可能完成了，好不好？谢谢部长。那么我第二个来请教部长的问题是，今天媒体我看到了哦，这个关于高铁的连带案哦，似乎高铁方面已经跟联代的这个银行团达成了一个共识。是。那么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联代银行团的名单，虽然这名单里头仍然有一些是属于民营的银行，但是大部分都是公股银行哦。所以我要请教一下部长啊，其实坦白讲哦，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联代案，等于是政府向政府自己借钱了哦，就是交通部向财政部来贷款啊借钱，因为这些公营行库坦白讲也是老百姓纳税义务人的钱，也是由财政部公股小组来负责控管的。那么我们当然很关心高铁在借贷的过程当中，这个整个借贷的担保品哦，是不是足够？甚至五大原始股东到最后
究竟愿不愿意提供担保，部长？我想这一点可以请这个委员跟社会当中放心。今天政府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可能两个重点要把握住。第一个，高铁营运的安全顺利舒适，这个一定要顾虑到，对不对？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的财务的健全，财务的健全就银行来讲，它的债权的确保，银行团本息的收得到，这个要顾虑得到。所以在这两个原则之下，经由相关单位的协调沟通，到目前大概告一个段落，这是第一点报告。第二点，就财政部的执掌来讲，因为我们今天是民营的公股金融机构，它是民营的银行了，已经是民营了，所以我们要尊重银行团它本身的银行治理、银行授信的规范，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就政策面给它做一些这个指导，那实务上的运作就回到银行团。所以这刚才委员说，只要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它的债权能不能确保。以目前这样这个授信的条件，就我们的了解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事实上高铁的资产目前是大于它的债权这个债务嘛，所以基本上应该是没有问题。那同时这是国家的重大建设，所以交通部必须适时的督导监督相关的营运，确保这个高铁的营运以及安全以及债务的一些问题。我想这样，我请教一下部长几个问题啊。我想外界最关切的几个关键的问题是，第一个问题是到底最后五大原始股东愿不愿意在这一次连带案当中来协助做担保的工作？因为基本上就我的了解，他肯定要提供担保，在实务上是有一些困难啊，因为事实上是他一开始也没有做担保啊，他只是透过他的这个连带案以及相关的这个担保品就是说他现在的一些资产做一些这个必要的这个。所以五大原始股东在这一次的连带案里头并没有扮演任何角色，就是不是说没有扮演角色还是非常重要，因为原始股东是他们嘛，那只是经过协议之后，他们相关的董监事席位由政府来主导。意思是这样子。是部长，您了解我关切的问题在哪里？是的，没有错。因为，当然他的角色是五大原始股东，但是社会大众在这次连带案里头，大家当然期待这五大原始股东至少负担某种程度的道义责任了。是是。如果他们连一点角色都不愿意介入的话，坦白讲，这一次的连带案等于是由交通部、由政府来主导的。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子看，他原始投资的钱已经投入了。他已经那些钱都已经亏掉了，亏掉是结果是什么？是高铁盖好了，所以他已经付出一些东西了。但是大家我们社会的期待当然希望他更高一点，这也是合理嘛。所以经过大家的协商，经过怎么一个机制，他把董监事席位让出来，由政府来主导了。所以基本上是他三方面做一个这个协调。部长，第二个关键的问题我想当然了，刚才部长您的谈话是政府的立场我们也不为难部长。但是显然社会大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不是如此。对对。大家当然认为五大原始股东在这一次的连带案里头应该要负起更多的责任。对对。那第二个关键的问题是我刚才跟部长您提过了，现在政府最为难的角色是借方跟贷方都是政府，交通部来跟财政部来谈借款，应该不是政府，因为它已经是一个民营的。部长，虽然是如此，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是因为是公股行库，也许它要负担很多政策性的配合，对，没有错。所以今天如果不是公股行库，这些银行愿意借钱吗？其实这个问题恐怕要到时候要请银行自己来讨论。对对对。所以我也不为难这些银行，也不为难部长但是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希望部长能够看紧全民的荷包，一定要的，因为毕竟这些相关的主导银行大部分都是公营行库，没有错。那么公营行库在借款给高铁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要强烈的要求高铁要提供足额的担保，而且这个担保品是要实质的，不是政府口头宣誓的。没有错，没有错。因为现在我所看到的，从过去到现在，几乎都是政府在扮演这个背书的角色嘛。对五大原始股东的协助，到现在政府来介入来救火，甚至政府还不敢讲接管，只敢讲主导。是。那既然政府只是主导而已，那么财政部在配合政府相关政策，在做借款跟连带工程的时候是不是财政部方面的把关也必须更为严谨？这一点我特别跟委员报，这个是目前的最关键的点在新建期间东西还没有，那个说真的是一个空的担保。那现在是东西已经有了，高铁已经建成了，它的实体的资产价值已经在那个地方了，以这个做担保第一点。第二点，利率给它合理化，这符合一般授信的原则。所以在这几个原则之下，同时又去主导董监事这个席位，那这样子三方面都顾到了所以基本上就银行授信的专业来讲，应该是符合我们银行授信。因为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部长，谢谢。照刚才您的回答，是两个结论嘛。第一个结论就是五大原始股东显然在这一次并没有再提供
多余的担保品出来了，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单纯的原始股东而已，这是第一。是是，大概是。第二，那么财政部有信心这一次政府在联贷过程当中所提供的担保品是足额的，而且高铁的资产是超过负债的，目前交通部的评估是这样，不会让主导这些联贷案的公营行库的股东甚至全民谋受损失，是不是？对，我们利率合理了，是那担保品确保了，这样子会来保障我们的债权，是。好，谢谢部长，谢谢，谢谢您。谢谢孙大千委员，谢谢李部长。那第二位我们请林委员德福咨询。主席李部长还有与会这个财政部的各位官员啊，各位委员同仁，是不是请那个李部长？有请李部长。是林委员早李部长你早哈、哦，那个李部长是，本席要请教你哈、哦，有关于这个企业认养或个人认养哈、哦，财政部有没有这个户税减免上的这个优惠措施啊？认养，您说是？对于这个被认这个哈、哦，我想哈、哦，就是有关于哈、哦、这个。因为近日来哈，我想那个部长是这个职棒啊打假球的这个事件哈，请问您对于这个职棒球团这个这些代表啊和法务部哈，他们有达成一个共识，说未来啊四支球队分别由四个地检署来认养啊，我想这个内容部长了不了解？我。不是非常了解认养的内涵是什么东西？内涵啊，就是未来哈、哦，就是地检署哈、哦，反正要是他们有打球的话，哦，就是由这些检察官呐、啊、哈、哦、他们哈、哦、就是到现场去了解哦，然后看有没有打假球哦。那我想华务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你认不认同？因为基本上这个牵涉整个球团的运作，哈，说真的，就财政部的角度来讲，我是不是非常了解，哈？但是刚才您提到财政部认养的部分，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从租税负担的角度来看，哈。那事实上，在我们相关的税法的规定，你的认养是符合公益或是符合国家政策的等等等，它有一些特殊的规定，这个在现行的税法是都有的，哎。但是哈、哦，要是这个对地检署的认养，如果利益啊回馈啊到认养者身上。你认为这样妥不妥当？应不应该要去课税？因为做他那个实质认养的内容不是很清楚，那个有没有牵涉到税制？但有的话，但依回现行的税法相关规定。我才要跟部长讲，因为这些检察官哈、哦，有的是用球团的这个公关票哦去监看，那你认为这样妥不妥当？以这样子，我个人认为就可能不是非常的适宜了啦。这样不适宜哈、哦，对，因为哈、哦、那个部长是据本席了解哈、哦。这个职棒统一师和台南地检署啊，他们有合作多年，哈、哦，当地的检察官如果每场他要是自会，哈、哦，买票去监看的话，哦，那当然是毋庸置疑，就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检察官或者是警察以公会，哈、哦，这个支出来监看这个球赛，哈、哦，请问你认为纳税人，哈、哦，应不应该负担这样的一个公会？这个就看有没有监督的关系啦，因为我们一般讲要避嫌，就是有监督关系，还有这种往来的话，就是可能要有所考量。嘿，那个部长是，因为哈、哦、政府为了决打假球啊这样的一个决心哦，当然本席也是非常肯定哦，但是地检署的认养哈、哦，这个要是合乎法律的话，那当然应该要支持。是，但是如果啊会让外界啊有这个矫枉过正的这个疑虑啊，那本席认为应该要审慎的去评估，哈、哦。那请问部长，你认为要是发生这个逃漏税的这个疑虑啊，那检察官进驻这个所有的行业啊，是。那你认为哈、哦，这个这样的做法有没有合乎道理？我想基本上各个政府的单位这个法定的执掌非常明确嘛，好，那我们稽征机关当然依法来核课，有任何逃漏的情形，我们的稽征同仁都要去做必要的处理嘛。同样的道理，今天讲的有违法犯纪的，那当然检调单位也必须做必要的处理。我意思就是说，因为他现在哈、哦、
四个球队，然后都有认养哈、哦，每一个哈、哦、球队就等于是说由各地的检察官来认养哈、哦。但是要是本席就质疑说，如果这样要是合理的话，那么本席啊星期一哈、哦，我问过部长说，这些逃漏税啊需要补税的这些艺人啊，是不是也应该要来认养？那就太多了，认养不完了。对啊，所以说哈、哦，本席认为说，其实这个部分是不是值得来探讨？这个当然，我想各位可以了解，就是说，这个棒球会打假球，它的原因很多。那针对它的问题，采行必要的对策。但认养是不是最好的方法？我想这个是可以来大家再来检讨的。嘿，好，那个部长是，我想哈、哦，这个今天的这个修正条文第六条之一啊，是的保税区哈、哦，和免税区是不是一样？基本上应该是不大一样了，这个就是在我们官区里面一些特殊的一些管理的机制，是才有不同的定义嘛，哈，保税区跟这个什么免税区，免税区哦，基本上是不大一样的，不大一样，对对对，因为哈、哦、那个部长是那个保税区的货物啊，如果发生了刑事上的这个违法这种状况，在第一时间谁来查缉不法？因为在区内当然是由我们海关相关的这些同仁做必要的处理嘛，好，那在牵涉营业税的问题，牵涉关税的问题，当然就回归到各个税法的规定去做处理。哎，这样哦，是那个部长，我讲这个保税区的营业人哈、哦，是把货物卖给课税区的营业人，是不是要课营业税？是要的，因为他基本上保税是说先暂不缴，那有一定的机制，他保证他以后会缴，或是一定的条件之下来这个缴纳，那这是原则嘛。那他今天输往这个课税区了，是就要缴营业税了。哎，那保税区的营业人如果把这些货品卖给另外一个保税区的营业人，是哦，或者是保税区的非营业人，甚至于卖给课税区的非营业人，要不要课税？假如都在区内的话，都是用保证的，就保存登记的方式来做处理，记账的方式来做处理嘛。哦，他除非是输往区外，哦，这个当然就要课了。假如是直接就外销，基本上在里面的内部的，哎，在里面，它都是保税区里面的营业的，所以说都免税，不是免税，它是做登记。哦，保税并不代表一定免税，是这个意思。嘿，那我请问哈、哦，那个部长，这些税务稽征现阶段有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啊，来做？基本上以目前我们的作业量，应该都还可以这个处理了哈。那因为这个业务量啊，我跟刚才跟各位报告，当然就官区的营业项目跟营业人以及全国的来做比较的话，大概这个我们海关代征的营业税大概1000亿左右哈。是。那我们全国的这个营业税大概是2500亿啊，所以这个大概将近占到将近40%左右。那个部长是，我想这个机场的海关哈、哦，港区的海关的非法状况啊，是以现有的人力哈、哦，我想是十分繁重的业务。当然是非常。那请问未来如果这么多的这个保税专区，是不是业务量会更重？是。那你认为这个我们有那个人力去应付吗？当然，随着业务量的增加，我们人力要做必要的配置嘛，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是人力的增加是有相当的困难，所以我们必须在稽征行政方面做一些必要的检讨，诸如自主管理的、医化的运作了等等等，它就可以精简人力，但是可以确保稽征的品质。所以我们是双轨并进的，有人力的需求，当然我们会提出来。那事实上，我们会先检讨整个作业流程、管理的方式等等等。像我们现在正在推动自主管理啊，推动的关港贸这个一元化的作业啦，像这一些就可以把人力把它精准。所以说哈、哦，像这样的状况会不会变成哈、哦、逃漏税这个逃漏户税的这个温床啊？应该还不至于、啊，因为你人力不足啊。应该倒不是这个原因哈、哦，基本逃漏的问题是一定是双方的嘛，逃漏一定是有这个纳税义务有这个意图，他做了一个作业，那我们没有查到，那才叫做逃漏掉，不然他也不被我们这个查到啊。所以基本上讲起来，双方面我们都要努力。我们这里预请所有的营业人依法纳税，哦，规规矩矩的缴税啊，安安心心的做生意，这样就很好。那我们稽征机关一定尽我们执掌的这个功能啊，去发挥辅导纳税义务的人。哎，那个部长是，因为哈、哦，我想我们委员会里面有很多委员就是关心高铁这个连带案啊，其实
立法院有做了一个决议案，哈、哦，当初也是说要这五大原始股东一定要联保，哈、哦，保做保证，哈、哦，那这个才能够啊再连带，而且这五大原始股东哈、哦，他们包括到现在为止啊，你说其实他们把整个高铁的工作全部都做完，哈、哦，那做完以后，那实际上这个因为高铁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属于啊，哦，算是亏损连连，哈、哦，那这个现阶段，哈、哦，因为撑不下去，而且这名就是这五大原始股东，他们这个名股的部分占有的这个董事啊，是，他们还不全部都退出，哦，因为现在整体是整个政府啊，全部都承受，哦，那你连带也是政府来做保证，哦。那像这样的没有保证，没有保证，哎，没有保证，因为也是政府去协调这个银行团，对对，哈、哦，然后你降低他的利息嘛，对不对？才能够继续撑下去嘛。是是，哦，因为前不久还有这些贷款给哈、哦、高铁的这个银行团呐、啊，啊，他们在抱怨呐、啊，一直认为说这个利率降低哈、哦，对他们原来啊就是。带给高铁这个额度有多少？一年就减了多少的利息？是是，对他们整个营运状况，因为当时的利率发生很大的落差，当时的利率比较高嘛，那现在的金融环境哈不一样了，所以利率必须做合理的调整。是，所以说他们当初也是考量到，因为有那个利率的高哈、哦、这么高，才会带给高铁。那结果现在整个政府承受，哦，那而且这些民股又不退，好、哦、还占有这个理事的位置。这个实在是不合乎逻辑、啊。因为这个部分，就我的了解是，交通部正在主导相关董监事的改组嘛，所以现在至少这个政府主导权能够确保让这个高铁的营运能够正常，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但后续财务的责任的问题，后续财务这个重组的问题，当然现在交通部正在这个高铁公司哈、高铁局正在。但是哈、哦，那个部长，因为哈、哦、交通部也都要跟财政部这边来研究商量，当然，好、哦，请银行团来支持哈、哦，利率才会降低。像这些问题，我认为部长您应该去要求，哦，因为他现在民股还占有这些董事啊，我们一定要确保不退，是，哎，不退实在是没有道理，对，因为他几乎都亏光光，要他保证也不要，他只要占着便宜，哈、哦，而且该负担的责任他全部都不要，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啊。董监事会嘛，还有董事会，哦，好不好？好，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要重视，一定要谢谢，一定要是，谢谢。谢谢林德福委员，谢谢李部长。第三位，我们请赖委员世保咨询。好，谢谢主席啊，各位先进，我们请一下部长吧。好，有请李部长。是赖委员早。李部长早。是。这个昨天我有请教过了哈、哦，就是那个。四次乡城会里面要提到两岸的租税协定了、啊。是。我们所了解的哈、啊，就是你们签完之后，我们当然希望第四次乡城会可以签订了、啊。是。这个机会大不大？但这个后续的进程，我先不要讲后续，我们一步一步来讲，很多东西搞不清楚。这个签完还要立法院这一关喽，因为立法院我们要修25条之2。对，两岸关系。那25条之2里面就卡到一个东西。但是这是没有过，是卡在这里。对，而且我也可以告诉你，是，我也可以告诉你，是 ，MOU 签不下来，是，也有这么一说，说这个25条之2没有过也是原因之一。哦，25条之2也是一个行政权跟立法权之间的拔河，就像现在的美牛的事情一样。就是说，你们按照税征稽征嘛，第5条嘛，那是一般的，就是一般的嘛。你等国外来，国家的谈这些的免税的东西、租税的互换的这个东西，是已经有类似立法授权的嘛？对，没有错。你们去跟他谈完以后就回来，这是税征稽征第5条。对。可是因为我们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比较特别一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大家总是比较谨慎。是。如果都一样的话，那就不要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了嘛。对。所以就会有这个出来说。25条之2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说你对两岸跟大陆谈的租税协定这个东西，是框框要到立法院来审，是，所以这里面就汉格的地方就出来了嘛，是，就到底要用税征稽征第5条，还是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当然，
我们都了解，针对大陆要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它有25条之外的东西在那里嘛，是，所以就卡在上个会期，卡在那里，也因为卡这一条，使得立法院破天荒的最后一天一个案子都没有通过嘛，就休息了嘛，就休会了嘛，是这样来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哈。我不知道李部长，你经过这样子几个月、半年之后，想法有没有改变？是不是多尊重一下立法院了、啊？这个，但我们一定是非常尊重院里面的各种的这个意见嘛，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就对这个件事情，我们基本上我们是分成两个层面来做处理。目前我们去做一些协调沟通，只是做技术面的东西了。我说真的，那如何把它变成这个两岸关系条例相关的条文，或是约定，或是这个协议，那当然回到相关的法制的作业。哦，所以我们先就实体的内容做一些沟通了。那将来是如何形态的方式的呈现？没有，我想我要确定一下，就是说是部长，因为我想大家都引进期盼这个两岸的，对，就是什么叫做双重课税的问题，避免双重课税能够早一点解决啦。是。那早一点解决，其实立院行政两院都有责任要把它搞定的。那一定的，是。你们签完字以后，我倒希望你这里25条之二，你们要做某种程度的让步啦。是。不能坚持在那里，一定要用税源基础法第5条啦。是。要不要回应一下？这个基本上大致的方向我是赞成这样的方式处理了哈，但是在怎么去运作，因为这个牵涉陆委会的权责。也就是说是那个修那个法哈，是你可以说我定一个25条之二，我不要把它写死，但是呢最少它那个大架构是有关你双重课税的大架构，要让立法院来参与了。是，我想这个当然是可以来做必要的协调。基本上讲这个租税协定的内容哈，它一般这个要有了，我希望你在你们行政院会里面啊，是在跟陆委会那边在沟通，要把这个放进来啊。是。我所了解，当然这一部分你是比较无辜了，因为当初破局不是你坚持破局的，是陆委会政府一体的，还是啊？但是同样的，请问我们国家现在跟全世界哪几个国家有签租税协定的？有没有？目前已经完成租税协定各种程序的实质生效的是有16个。16个国家嘛？美国有没有？美国。美国没有嘛，哈，美国还没有。这个生效的意思就是，租税的相关资料互换嘛，是不是这个意思？相关的稽征的协助、资料的交换，哈，像课税权的这个分配等等等。好，过去来讲，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的租税天堂啦，什么开曼群岛啦，什么威金群岛啦，是这些 G 团体在去年，在今年吧 ，G 团体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共同宣言啦。要打击啊，要打击所谓的避税天堂，或者叫避税的一个什么叫我们叫 shelter 这个啊，庇护所这些啊，庇护所啊，这一部分呢、啊，已经变成 G 团体大家要去做的，所以这几个国家包括瑞士哦，很紧张啊，是，很紧张啊。好，这个问题就在于什么 ？G 团体要求这些所谓的避税天堂要提供一些资料，或者是说。你跟我们相关的资料，你要来跟我们来揭露。是，我的重点在这里，请问你，你现在加税不敢加税啊，查税要查得要死啊。台湾，你有没有算过，台湾有多少钱在避税天堂那里啊？哦，这个说真的，就我们这边是没办法去掌握这个数字。我们所了解不少哦。是，你要不要搭上 G 团体这帮列车啊、哦？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跟这些租税？避难所或者是租税天堂的国家签订课税资讯交换协定，有没有可能？这一点事实上在目前作业上已经有很多的国家哈，基于双方的利益，事实上也都在跟我们洽谈协商之中。因为最近两岸的关系更和谐了，所以很多的国家也都希望跟我们加强紧密的这个租税的关系。你不能讲，但因为有些还没有完全定案的，我不便在这里先说。是不是有包括这几个所谓的避税天堂的国家有没有？到还没有。这一部分的还没有、啊、倒还没有，没有吗？对，威金群岛啊，开曼群岛啊，这个倒还没有。目前瑞士没有，新加坡，新加坡这个很早就在谈了、啊，就在谈。香港呢？香港也都陆陆续续在沟通之中了。嘿，有没有结果？香港可能有没有结果？因为目前有些东西还在沟通。香港差一点被列为是跟那个开曼群岛同一挂的，
只是因为中国大陆强力的护航，每个国家那个发展的策略不一样，所以它在相关注税的制度的设计上哦，可是也不大相同。但不管怎么讲，国际化了，大家紧密经贸关系更紧密，所以如何让租税能够更公平、更透明，租税权的分配能够更合理。我希望我们财政部多努力一点呢、啊，是一定要的，好不好？是是，因为我们跟中国大陆签订的这个课税双重课税。这个要减免的避免的这个如果搞定的话，是是，我相信跟美国的租税协定有机会了。是是，这两个搞定的时候，我认为跟这些避税天堂国家的资讯交换应该有机会了。机会是一定的、哦、台湾现在这么需要钱的时候，有钱人多扣一点税，大家都同意了。我们是一个经贸的大国嘛，跟各个国的经贸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相关的租税的这一些这个义务啊，一定要把它讲得非常清楚，让所有经商的人呢、啊，他才相关的规划能够更确实一点。哎，所以大概你们确定，我看一下说你们确定了。第四次乡镇会大概可以搞定吧，是吧？我们目前是当作我们努力的这个目标，那能不能希望能达成吧？哈，对，我们希望就是能够第四次把它签订了。是。另外一个大家都关心的是高铁的连带的事情哦。是。五大原始股东没有保证，保证人是交通部。基本上我们叫在法律的用语不叫保证，保证哦，它是提供一个 side letter， 就是说他能够承诺做必要的监督协助啊，是吧？促使，所以换言之啊、哦，对，换言之。我们政府保证，政府借钱，基本上应该也不能说是政府了，因为它已经是民营的金融机构哈。对，这个是我要讲的。公司，这个就是我要讲的。我们现在高铁是如假包换的民营公司，是没有错。我们的政府的官股董事只有三席而已，所以他现在要调整了，对，改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现在来看，原始股东不保证，但是高铁我们都需要。是，一定要继续营运，没有错。那就这么简单嘛，既然他原始投资的钱通通去保证，是，那干脆就是跳下来，我们要公股过半。我们公股过半，因为你主贷的银行是台银嘛，对 对, 對，而且3700亿嘛，这个这么高，而且利率这么好，所以现在交通部正在主导改组的事情，平均只有1.8而已啊，是是，对不对？第一年是1.1嘛，到了。逐年上升，第八年 1.8， 第九年从2%开始嘛，是是，大概这个样子嘛。所以我觉得社会的最少社会的声音出来了哈，是社会的看法，社会的期待应该是公股的董监席次要过半。对，这个我的了解，这个能不能做得到？你能不能做得到？就我了解，交通部正在主导之中，还正在不是交通部哦，是部长，是财政部哦。主办银行是台银哦，听你的哦。我们是银行啊。听你的哦。对。对, 对不对？你就答应公股没有过半，你不给贷啊。所以它相关的条件配套的嘛，刚刚所讲的哈、哦、这些。可以吗？可以吗？请问基本上是朝这个方向在努力之中。不是你赞不赞成嘛？当然一定要，我刚才一开始就讲，我一定要如何去确保债权嘛？确保债权的方法有很多种，是董监事席位过半啦、啊，或是担保品释足啦、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措施。担保品就是高铁本身啦、啊，就是那他所有现在的。你说值钱也很值钱啊，所以现在的。那你如果不应就不值钱啦、啊。是这样没有错。所以只有一个嘛，公股过半，这是我们要的。对，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了。可以吧？你可以答应嘛。对，我们基本上公股要过半，我们台银才放行。基本上是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可以吧？哈，是就这个方向嘛。董监事的席位哈，一定要找有主导权，哎，是。好吧。好，谢谢。好，谢谢赖世宝赖委员。好，我们接下来请陈淑慧陈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列席官员，大家早。主席，我请李部长。好，李部长，请。还是陈委员早。部长早，部长，今天我想就叫您。那这位针对、我们刚也有委员提出啊，那么我们这个MOU 签订在即，那么 ACFA 呢商谈也进入了一个定案。首先我想请教一下部长，对于 MOU 我们现在在业界上这么样一直关心，部长您的看法，认为 MOU 年底真的能签吗？因为这个抱歉，因为您的关心，您的了解，这个业务不在我这边，或者说相关的进度我不是非常清楚。
但是我也是看报章杂志以及相关这个的了解，应该是会很快的做处理了。哎、所以我们想也很乐观，在年底之前应该也可以。那当然，我们希望尽早的签订，对我们双方都有利。那部长有一个事情，我想跟你业务也非常相关系，也就是说呢，金融机构呢，金融服务业呢，纳入这个 ECFA 的早期收获的这一个项目里面啊，部长您认为可能性呢有多大？也是刚才所讲，就我目前的了解，应该都是很有这个具体的结果，可以很快来达成，大概是。您认为会不会被纳入？因为我不是非常了解他的。我不觉得说财政部对这个事情不会做关心啊、哦，因为这也是关心到我们这个公股银行的市场准入的一个些条件啊、哦。我想财政部应该也做相当的一个程度的一个关心跟探讨过才对吧？是没有错。所以部长，您愿意回答我们，告诉我们说这个项目呢进入这个早期收获的可能性如何？这个我可以分两方面报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公股银行的大股东的身份来讲，我是在我们内部相关公股业务的检讨会的时候，我们都有希望这些公股事业的负责人哦，尽量的必要的去做一些后续相关协调沟通的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是我们也是采取极力争取的这个。对，那当然，因为牵扯它整个我们金融这个公股事业就未来的发展嘛，它的经营的重效的问题嘛，所以它必须尽早的进入，尽早的布局，对不对？那如何去因应这个本来它就要该做的啦，这是第一点哈、哦。那第二点就回到金融监理的角度，因为这个金融监理是属于金管会的权责，但是我们尽量去配合，希望说它一相关的规范确定之后，我们的公股事业机构才有个去进入的一个依据嘛，哎。是，那么在我们 MOU 跟 ECFA 的这个进入的一个最后一个成熟的阶段，我刚刚据我们招委有提到说，下一周呢，我们大概会针对这个 MOU 跟 ECFA 啊，在我们财委会里面会有一个时程来讨论啊。那在这之前呢，我也想要请教部长，在我们这个公股银行啊。进入这一个大陆设所谓的这一个分行或者子行的时候呢，在这个之前，我们财政部有没有对这些公股银行提出一些，如果要登陆的这一些公股银行提出一些他们在大登陆之后的一个营运的一个计划，将来我们的策略要怎么走才能达到我们获利的一个结果啊？是。这一点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也跟委员报告哈，我这段时间对这些公股金融机构的这个管理，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第一个，我们每个月检讨它对放款的一些变化的情形，能够符合社会的期待。第二点，对它经营的策略，我们每三个月检讨一次。哦，最近我又在检讨每一家公股金融机构它中长程的发展策略。这里面就包括您所指教到的，他要不要到大陆布局，如何布局，那如何去经营，以及后面经营的这些重点如何去安排做规划，这种都在做相关的准备工作。是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你说三个月去讨论一次，就是讨论他这个本质，这个银行适不适合到大陆去，以这样子的这个银行的结构呢，到大陆去是不是能够得到有获利的一个阶段，是不是朝着这样子的一个方向？那就您所了解，我们九家的公股银行是不是每一家都具备有这个条件？到目前为止，你们讨论到目前为止，是不是这个九家都有这个条件？基本上每一家银行它的利基不一样，它本身的 SWOT 分析哦，它的优势劣势不大一样，它是各自会发展它必要的一些项目哦。是的，那我们现在呢有七家银行啊、哦，有七家银行已经在大陆设了一个办事处啊、哦。我这边呢稍微列了一个表，我想部长您也非常的清楚哈、哦。从公股银行来讲呢，现在只有中国输出入银行以及台湾企银呢这两家并没有受申请，没有去申请啊、哦。部长您认为呢，他们两个会不会再进去呢？还是您认为他们不恰当？因为这两家银行的条件哈比较特殊，输出入银行它是一个。专业的输出融资保险哈的一个银行，那要不要到大陆去设？当然是可以再做一些考量，做一些分析。第一点，第二点，台湾企银它相对因为规模比较小，在过去一段时间它本身的竞争力可能还不到那个程度哈、嗯。但是不管怎么讲，很多中小企业到大陆去经商，那假定可以提供服务的话，当然也是一件好事情。但问题是怎么去？
这个还有很多的策略上的一些分析。 是，所以呢，针对我们已经去申请这个办事处了，包括兆丰前一阵子被核定，那么台银现在还在努力当中，那么其他的这几家，这个部长对他们的有没有提出，在他们去申请之前有没有对财政部提出他们的整个到登陆以后的发展的营运的一个计划？但可能还没到那么细了哈。第一个他说现在是在要去之前的一些准备嘛，当然从策略面是怎么去，是设分行、设子行，还是跟人家参股，或是人家来入股，这很多策略上的分析是可以来探讨的。那进去之后如何去扩大它的营业规模，掌握这个，不是就是说能够参与他们的市场，这个牵涉到两岸经贸，不是只是金融的一些监理的问题，所以他必须一步一步的去做。是的，等这些公股银行进到这个大陆地区以后，我想我们看到了有四家银行都在这个上海设点，那么呢还如果再包括这个民营的国泰世华以及这个中国是银行的话，那么就是等于说在上海地区就有六家台湾的银行在那边设点。我们现在是在考虑或者是会担心，那么台湾的银行我们要面临台湾的公股银行，还要面临我们台湾去的民营银行，还有大陆的本土银行以及大陆的外资银行，这么多体系，你认为我们台湾的公股银行到了大陆地区的时候，它的竞争力对是不是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挑战？委员讲的这点是最重要的。我想每一家银行它也都会考虑这个事情，它去如何跟人家竞争，是跟自己的这些同血缘，不是就是说同样都是公股的竞争，还是跟我们国内的民营银行竞争，还是跟当地的大陆的这些银行来竞争，他们要做考量，说如何去做市场的区隔，产生它竞争的优势，这个都在他们相关的规划之中，不然去的话自己抢自己啊，还进入了一个新的这个红海啊，那更竞争更激烈，就不是我们所要去的目的了。是的，据本席了解，7月23号好像部长呢曾经将这个公股银行的董事长呢、总经理呢会商关于两岸金融这个市场开放的问题做过一个讨论，是不是有这样一回事？哪一天我都忘记，反正我们好像是在7月23号都有做一些检讨。好，那么就是说部长刚刚也陈述过，在整个我们讨论这个两岸这个金融市场的开放的问题我们登陆之后的整个营运的这个策略是不是有去考虑到，也有没有对针对我们登陆之后的营运方式除了分行之外呢，子行或者是参股做出一些具体的一个决定，哪一些银行是属于能够在多少时间呢成立子行，哪一些银行是适合去参股的对于这些相关事的事情呢，有没有做出一些讨论过？基本上这一点倒还不到这个程度，因为我们今天财政部是以大股东的身份跟这些董事长总经理做沟通，了解他以后业务发展的策略，但是实际上变成实际的这个政策，不是实际的这个策略，是还是要回到银行治理，回到董监事会去做必要的一些这个处理。那么这个决定权不在财政部吗？如果财政部会不会针对如果要登陆，他们要做任何人形态的一个投资部长会不会给他做一个可或者不可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基本上政策面当然是我们这一边嘛，那或者执行面就回到银行董监事会去了，董事会。部长，我觉得我们是登陆在即，而且我们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公股银行已经在那边开始要已经起股了。好，那么我觉得部长这对这个事情的发表是比较保守一点啦。在这个时候，我想一个不管任何一种企业要经营的开始，势必要做过非常大的评估。那么目标、策略、营运方式我们的目标盈利都是已经抓到一个景点应该 是。我不觉得说在这个程度上面现在还处于初步的评估的一个阶段我期待说部长能够在这一个上面多做一个着力点。我也希您说是这点跟委员报，实际上就我的了解，我们各个银行都非常的积极了都非常的积极，对进入大陆的市场都希望说能够强化它的竞争力，主要是能够发挥重效这个服务台商之外呢，更能贡献国库，这一点他们都非常的了解。
所以相关配套的这些准备，就我了解，他们都在准备之中了啦。哎，是的。那么我们针对这一个我们自己的银行呢，去到那边，大概就是在争取这个台商的这一块大饼啦。到时候呢，会造成自家人打自家人的一个情况发生，也难免不了。我们刚刚也提过，这要避免啊。对，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公股银行要到登陆之前，我们势必一定要做好万全的一个策略的一个准备哦。我这边在局长占用一个时间呢，中华皮信以及花旗银行呢，对于认为台湾金融业要在中国市场能够获得这个关键性的获利，他说5到10年呢，部长你同不同意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因为每一家这个银行哦，不管子行或分行到那边发展，他不是对我们的这个评估哦，他说我这原因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自己具备的所有万全的这个方式跟因为做生意一定要自己准备好嘛，才能够做。没有错啊，我们当然是登陆，当然是要去获利的啦。当然也不可能说是以反攻大陆为目的，对不对？我们当然是要去赚钱的喽。没有错，没有错，是吧？所以我们也希望财政部在这个方面呢也多加辛苦，这个也是我们这个金融业跨到大陆去的非常指标性啊、哦！我想国人也非常的期待啊、希望部长在这个公股登陆方面呢多提出一些政策的指导，谢谢。好，谢谢陈淑慧陈委员。我们来接下来请卢秀燕卢委员。主席，请部长。来，李部长。卢委员早。部长，是刚才你特别提到说有关于两岸租税协定啊，这个大家都很期待。那其实因为我来自于民间哈，我对民间产业界有所了解。其实事实的情形刚好相反，台商啊不但不期待，而且非常的皮皮创，所以我个人啊是坚决反对把这个两岸租税协定放在第四次江审会里面。为什么？我用两个理由跟你讲哈。第一个呢，就在说过去这十年来，因为我们的这个原物料取得不易，因为人力比较贵，所以我们的产业界必须出走到大陆去设厂或者是设分公司。可是基于我们爱台湾或者基于我们整体企业经营的安全性啊，那台商的经营模式都是把工厂分公司放在大陆，但是他的总公司几乎都放在台湾，所以大陆可以掌握到我们的这个企业经营的状况，大概只有大陆那一部分，台湾他没有办法掌握。对对对。可是今天我们如果签订两岸租税协定的话，那么他可以用两岸租税协定的理由要求，我只在那边设一个厂，他要求去查这整个公司在台湾所有的营运状况、契约，包括你跟有一些商业机密，他全盘可以掌握。那这就好比一个，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只是要去烫头发，我只是把工厂或分公司设在那边，结果烫头发的时候，烫头发人告诉我说，你要把身体健康检查报告拿给我，我要看你全身的健康检查报告安不安全。我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讲，说你去烫个头发，他要你出具身体健康检查说明书，了解你身哪里有没有什么样的隐私，哪里有什么样的身体健康状况，这样合理吗？并不合理。所以换句话说，你今天两岸租税协定一签下去，那么他可以，我们只是工厂分公司设在那边，他可以了解你整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就实物上应该不至于这样子的，这个单还可以放。这是第一个我跟您报告的地方哈。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两岸租税协定签下去以后，只要我们台商设在那边的公司分公司各方面，他如果基于两岸租税协定，我今天要查你一个厂，我可以查到你总公司源头啊，我要你台湾总公司的资料，你这个货是不是这样子来的，然后税是不是这样子报，他会可以牵一发动全身啊。但是我进一步再讲，我们掌握这个资料，人家掌握我们这个资料很有用。为什么？大陆它的规模非常的大，所以呢他掌握你台湾几十家公司的几十万家的这个公司，他就够了，他就足以掌握你台湾企业的经营的话，公司的状况的话，它就足以在你的经济战或是财税战或是各种的租税战里面啊，那甚至来影响到我们国家安全。相对的，你说我们很公平啊，我们也可以掌握大陆的，大陆几十亿家的这个厂央企业，你掌握它那么多资料，
不要说你掌握不了了，光电脑我们财政部的电脑跑掉跑爆掉，所以人家掌握我们，因为我们以大掌小，你很容易全盘掌控，以小掌大，你拿了资料你也没用。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两岸租税协定啊签下去，对我们台商，对我们台国家的企业发展哈，甚至国家安全绝对不利。所以这点特别跟委员报告，刚才讲这可能是过滤的，然后说事实上我先举几个案例跟各位报告，现在已经我们有16个国家签署租税协定，都处得非常好啊。事实上我们今天去课税，我们不可能去查到它，我们现在查只是就它来源地的部分做了解，因为分着居住地跟来源地嘛，那稽征权的分享以及这个相关查核的这些资讯的交换，它是有限度的，不是无限上纲到所有的东西，这个不是的，这一点要放心。第二点讲起来，我们签订租税协定最主要的目的是干什么，讲白一点就是保障纳税人的权益，让他的资讯，让他的租税负担更合理，让他的租税制度这个规定更法制化，避免以前这个关系不明确啊，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发生。所以真正我们签的是保障他，绝对不是说去做更多的稽征，他不是这个意思。基本上讲起来，租税负担不会增加，不但不会增加，可能还会某个程度的减省，因为大家把租税稽征权做分割之后，可能扣缴率会降低，总数应该是不会增加，所以这点应该是可以放心的。部长，我跟你报告哈，把大陆跟其他国家的比喻放在一起是不合理，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国家跟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敌对的关系，可是中国大陆跟我们有敌对关系。其他的国家拿到我们的租税资料，他只是要课税，他只是要基于双方的这个租税协定平等，老实讲他没有可能没有其他的意图，可是中国大陆不是啊，他拿到你这个所有的这个公司企业的这些资料，包括你这个企业的经营，你说你这批货是从台湾来的，我就说你一定是从美国来的，所以你所有的商业机密，包括因为你要基于课税，课税可以向你们国税局查账，可以你把你祖宗八代，包括你所有资金的流向，那你这个你说你这个钱跑出来，那你到底是跟哪家企业签了约？所以呢，我们台商所有他对全世界各国中国大陆以外的行销机密，很可能都被中共所掌握。不会的，因为他可以利用租税的名义不断的抄家灭口，不断抄。不会的，不可能的了。怎么不可能？你们自己国税局对国内企业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他要查税，他就去查。哎，你这个企业，你就告诉我你有这笔申报，那请问你这笔申报的上面是什么啊？什么上面又去哪一笔契约是产生的？那你这个契约跟美国签，你告诉我美国是哪里请你出具证明等等之类啊。所以我个人哈，我是坚决反对哈，就是。在我们这个没有跟台商整个整体共识跟沟通之前，那这个租税协定签了到底是有益台商还是害了台商，对我们国家整体的安全有没有影响，我们必须要慎思。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所有这样的疑虑没有完成以前，我建议我们给陆委会有关于说我们要把两岸租税协定放在第四次江城会里面这样的一个议题，我觉得应该要撤回。你尊不尊重立法院这样一个意见？但基本上只是做沟通了，还不到签的那个程度。事实上讲起来，两岸租税不是现在才开始，两岸关系条例本来就有了，只是还不够完全的法制化，相关租税资讯的交换还没有一个依据等等等，所以希望说透过一个协定的方式，比照世界各国 OECD 或是联合国 UN 的这样子一个体系。你说只是沟通，所以第四次江城会一定签不成喽？这个我倒不敢讲，因为那有可能签成的话，因为后续你都还没有跟台商沟通，也没有去实际了解产业界他们的心声，基本上那万一签成怎么办呢？应该还不至于对台商造成负面的影响。我跟委员特别报告，我们签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们要很清楚，我们是要保障台商的权益，让他的租税负担合理化。你的好意要真正台商他认为是好意，对对，当然了。所以你要不要在这个时间之内邀集所有台商的代表？因为大陆有各种台商分会嘛，邀请他们负责人回来讨论，是不是真的？这个可以啊，是你讲的，我们尽量做说明，这个很重要，而且一定要在第四次江城会以前来做这个事情。如果说在第四次江城会以前，我们不能够了解真正台商牺牲贸然签下去的话，很可能害了他们啊。那这个这个当然，我们政府一定是为大家服务的嘛，一定在这个对我们有利的前提之下，才会做必要的一些措施。是。那另外部长哈，这两天已经大概敲定了，就是高铁啊，是高铁就是我们公营的八大航库都在你财政部旗下哈，民营的公管的，不是公营。对对对，那这是以我们公营航库来主办了哈。那么大概已经有这个3083亿，那么它是采取就是要采取这个在借旧还新等等哈。借新还旧哈。那么前面的利率，我看利率非常优惠啊哈。前面的八年啊，是1.1到1.8，是后面第九年到第22年呐、啊，哈，最多每年逐步调整，最多到22年后也只能到2.1呀、啊。
现在比所有的民间企业贷款都便宜很多，那更何况将来啊，经济景气一恢复或怎么样的话，我们的利率不见得像现在这么便宜，到最后有可能到三四。结果呢，22年前我们现在所签的，它22年后利率到什么样不晓得，它竟然还只能运用到2.1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利率签这样子一个规划、啊、太过死板，应该去规定比较浮动的东西。譬如说，如果你到时候利率基本利率整个上扬，企业的贷款利率整个上扬，为什么22年后它还独后它只有 2.1？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东西是不是有明显图利这个高铁？而且更何况高铁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还不愿意用纾困的名义啊来处理这个利率啊，它是因为所谓的纾困，你的资产或者你的管理要受政府监督，他还不愿意用纾困的方式啊，他甚至他原来的五大股东原公司都不愿意做保。那但是所以他今天强迫你政府一定要签这个利率，然后反正签了，反正万一公司经营倒了，政府还要负买回。所以我是觉得这样一个利率的签订啊，是不是我们有这个丧权辱国的这个这样情形？这点跟委员特别报告，这里就分三个层面。第一个利率的问题啊，利率当然就我目前的了解，因为实际是银行上去洽商的，它一定是合理化的了哈。那这里我就我了解是浮动的，不可能说定就20年后都是这个利率，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以目前的利率来算是这个东西，那是一个合理化，这第一点。第二点，今天它现在已经是新建完成了，资产都在那个地方了，它所有的这些资产呢、啊，这个营运的设备都在那个地方了，跟以前新建前没有东西是不一样的啊、哦，所以它基本上是有十足的担保的，提供担保了。第三个就是相关经营主导权，就我的了解，这个交通部已经在努力之中，希望做董事会做个改组，掌握绝对的一个主导权，让这个业务能够运好好顺利的运作下去。哎，部长，不晓得是我跟记者资讯有误，还是说你被误导了？是。那有关于我们掌握到3083亿的这个贷款，的确是前第一年到第九年呢是1.1到1.8，第九年到22年从1.8逐渐一点点这样调到第22年是最高不得超过2.1。你却说是采取浮动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是不是可以请啊这个负责这个连带的这个台银啊来跟你跟我说一下说明，到底是怎么样情形？就我了解，它是平均大概1.8左右，但是是前低后高，但是平均起来1.8。对，那如果长这个约签下去长达22年都1.8，那太不公平了哈。就是以现在的利率去加码是1.8嘛？是，那稍微叫他们来说明一下哈。那最后一分钟啊，最近这个美国在台协会跟台湾签订的一个协议，你们用机密的方式来给我们哈，其实我觉得这没什么机密，就是有关于货柜安全计划。过去啊，美国为了他本土安全，在我们的高雄关，对对对对对，好，在几个关口设定美国的人员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来检查我们的货柜，到美国去的货柜。所以我以前质询过很多次，而且这个预算我本身以前也很有意见，我们买了东西让美国人来驻守来检查他的国土安全，开我们的箱倒我们的柜，相对的我们现在美国牛肉我们还不能去美国开他的箱倒他的柜，我们也不能派驻人员去。结果呢，美国在几年前就开始要我们花钱买设备，他的人员住在这个地方，设备呢最近啊他说他的这个设备啊要交给我们，要卖给我们，送给我们，他是送给我们的、啊、结果呢我们订了这个什么送给别人，那本来就是我们花的预算买的，怎么叫送给我们？没有，前面几个是他们送的，后面是我们自己买的。所以这个东西也好，可能要说清楚一下，我们现在订的这个契约啊，是结果那这些人员他现在东西送给我们，可是他的代表还住在这个地方啊，对不对？还有几个帮我们做一些缅甸六个美国人嘛，是不是一些技术人员？一共几个美国人现在住在我们各关口来开我们箱检查柜？我记得好像是6个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同时也派6个人到美国去啊，只要输到台湾的牛肉，输到台湾的牛肉哈啊，各种肉或者牛杂等等，我们都可以开他的关检他的柜，可以这样子吗？就我的了解，应该是可以，因为他从食品检查的角度，我们本来就可以到原厂去做处理嘛，这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案子？是基于以前反恐，原厂他可能到了海关就会偷天换日嘛，所以我们其实也我们各种东西出口，我们也有原厂证明，台湾也出原厂证明，可是为什么美国人还在我们的海关派驻人员，把我们当作他的一个殖民地一样，不是、啊、应该在那检查？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是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要求啊，是哎。今天你美国牛肉进来，我也应该派我的海关人员到你美国的港口去，然后来开目前我们农委会或是卫生署相关我的药，他们就有去了解啊，去派去查啊。那这个有没有签订这个所谓关税检查两边的那公平的？因为他还没有到这个海关这个层面，他从
从这个原产地证明的角度，他就可以做处理了。不，这个案子基本上是基于以前反恐的需要，怕说有一些、那我们现在是、我们也反恐啊，我们反牛肉的恐怖啊，是是反对，所以他采取的方法不一样嘛。好、所以哈、我是希望财政部对啊，我们的海关，我们也能够去跟美国 AIT 要求。哦，他现在固然把设备移交给我们，是我们花钱买的。那同样的，我们设备我们可以在那边请他也花他的钱、他的预算，然后呢，到时候也请他，我们也移交给他，然后呢，我们也派驻人员去。我觉得应该要公平了。是是，好，谢谢，好不好？那当然，谢谢卢委员哈、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那我们继续来请黄伟哲黄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李部长以及各位长官，请部长。来，李部长。是黄委员早。部长你早。其实延续刚刚的议题哈，是台美之间荣获要签署，或是说在商议中这个出税协定，或者我们跟其他国家在商议出税协定。好，在商议的过程中有没有可能？人家要求我们提早有一些对于没有争议的部分或争议性比较小的部分先行实施，有没有可能？就我们一般的惯例是不太可能的，不大可能，全部都 ready 之后才能够后世完成法定的程序、才能够正式。所以没有所谓的早期收获的概念不适用于这个部分。早期收获是讲那个关税减让的部分、啊、跟这个没有关系、是两个。我说这个概念啊，是是没有，应该没有了、不会哈，因为实务上不太可能这样分割的去作业，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是主权的一部分。这个当然我们一定要确保、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嘿。所以说，也就是说，美国如果或是其他，现在美国不是说对于他们针对拥有美国籍或是拥有这个永久居留权的这个他们的一个居民，对于在海外的收入啊，要查税，在这个部分啊，他们要求我们提供协助的话，我们在租税协定没有签订之前是不可能的。那当然了，当然了。好、对。一定有租税协定双方完成法定程序互相协助的这个架构之下才能做这个。你没有台面下的交易哦？没有，也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 OK， 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比较乐观或比较平常的估计啊，这个租税协定，我们跟美国签订的租税协定，这个中间的阻隔或差距，双方认知的差距会不会很大？因为基本上讲，这可以分两个层次了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实体的内容，说真的，那个实体内容都是世界各国的，因为这大同小异啊，大的一个架构哈，就是 OECD 的架构，基本内容没什么大问题。对。那为什么有的签得下来，有的签得不下来？主要说一些相关主权、政治的问题，这个牵涉到这个是不是这个不是租税协定本身的问题，是外面的，就是外加的意识形态或是主权观念的问题。基本上是应该没有意识的问题，是主权的问题。主权的问题。对。那所以说目前为止这个障碍大不大？这个障碍目前来看应该是越来越比较接近正面的发展，因为两岸关系和谐之后，说真的，很多的国家都主动的跟我们来谈这个事情，主要就是说因为这样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小了，大家经贸关系越来越复杂了。好，您刚讲很多国家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可能有些还在协谈之中，我是不便这个先做说协谈之中。那美国也在协谈之中了？这个目前就我了解也在协谈之中，因为这个还不在我这个层次，我还不太清楚。哦，是事务官的层次还是更高的层次？因为是各国之间还没有定案的东西，基本上我们是不宜在这个地方做说明。好，所以重点是还没有定案就对了。对，好，没有定案就没有定案。是，谢谢。也许明年或是将来就定案。但我们希望都尽快，然后让我们所有的这些租税的协定，你不会像卫生署搞这个美国牛肉一样吧？明天要签了，今天才告诉我们，不会吧？应该不会，因为他要一定的程序要去走啊。对啊，一天就完成这些东西，不太。你不会明天不会像搞这种突袭吧？财政部不会像卫生署这么差吧？也不是差的问题，因为大家有走一定的程序嘛。我们今天卫生署也是依相关的规定去做啊。相关的规定做，可是他们已经跟人家签、跟人家谈完了，才告知这个社会啊。吴敦义院长都说他不知道，也许他说真的说假的，我过去已经相信，现在是不大相信。但是至少吴院长对着媒体讲说他也不知道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不希望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不会的，我们都一定的程序、一定的规范去运作。我告诉你啊，如果比照这个卫生署的模式啊，您来这边我们就不会原谅你。那当然我们也不会这样去做。好，是，那就对了，谢谢。就是、这句话，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是根据这个营业税的问题啊，
我们现在先讲关税好了。我们关税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啊，明定购买国外劳务啊，在一定金额以下的人，他是可以免缴营业税，买受人劳务买受人是可以免缴营业税。也就是，譬如说我们请外国人来这边这个从事工作，如果这个薪资的给付在一定金额以下的，好、哦、是可以免营业税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财政部有没有定？将近有没有明定一定金额是多少？这里就是刚刚委员说，只要就关税的部分，就我了解，目前是带有记载应该是3000块吧，就是进口的价值是3000块，再课关税税率，假定说10%，只要只有30块。我说劳务啦，对一样啊，就劳务的代表嘛，就是同样，假定说这东西机制不服激增成本啦，所以基本上在一定金额之下，我们就免征。同样的逻辑对进口的劳务也是如此、嗯、那当然这个地方就是希望能够好了，你们金额是想定多少、啊、我们目前希望是比照关税的一个这个标准是用3000块、哎、3000块对对对、哦、那他来台湾3000块台币吧，3000块台币对没有错，3000块台币、哎、对对，那哦那这样子的话是还有点道理，是当然假如说他那个5%的营业税才150块，结果激增成本就不符了。如果他们来这边填个问卷、哎、我们给个300块的这个问卷费可能是没关系的啦，是是啊，你如果他来这边做个来个演唱会拿了100万、那個、那就不能免、啊、那就不能免了、哦、对对，这一定的好、哎、是这个我们是肯定的。那如果是你劳务跟这个跟其他的金额是一律的同样标准是可以的，是是好了。可是这个吴院长有说啊，我们将来的营业税啊，在跨国企业总部营所税要从25%降到15%，你有没有担心这个？哦，应该会有漏洞出现。应该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这次配合出产落日，把营所税从25%降20%，这是增加我们业者的竞争力，这是原则。另外有一些特殊的优惠的措施，跨国企业总部啊，对它有分四种了哈，就是有没有配套？但一定要有的啊，这个基本上讲解是延续。你像本来是台商，那我弄个我在外国再设一个分部，那这样就变成跨国企业，那我这样也要比照。它有一定的定义啦，要多少的国家、多少的营业额、多少的这些运作的机制，有那个规定的，那个规定之下，希望不要变成创造出另外一个漏洞，不会让一些。假跨国企业哦，应该不会，这个基本上不会。财政部来定，还有经济部相关单位共同来规范这个营运总部的定义。你要讲实在，我们才会相信呢、啊。你讲，到时候就跟这个经济成长一样，跟税收预估一样，讲一讲，到时候没有不会了，因为有些东西事实上我们的目的很清楚嘛，就是增加我们业者的竞争力。对，到国际上赚更多的钱回来嘛，是我们给他的配套，给他的规范一定要合理，对，要符合国际发展的趋势。那我就请问了，这样子预估这样的一个政策下来，是我们的税收会不会减少？这个单项的我记不太住了，我们那四项大概是300亿嘛，就是我们的人才培育、研发、营运总部、物流中心这四种优惠措施，在过去以往的交易状况之下，大概税收会少300亿。但是少这300亿，它会带动，营业会带提高，哎，它会带动很多的营业额，增加很多的就业量，对整体的税收量应该还是正的嘛？还是正的，是还是正的。因为我知道我们在复改会有听到有提过，对，您大概了解。那所以说，但是。因为复改会讲的东西太多没有兑现了，没不会，是或者复改会决定的东西，到时候即便是副院长是主持的，啊、哦，那到这个复改会刚开完，下午上午还说开完，我们决定复改会通过这项决议，下午院长说，哎，我们没有，不是太打了好几个巴掌了，不同的意思啊，不同的意思啊，就是复改会的研究案出来了，他还要经过行政程序一定的时间，啊、这是当然啦、啊，可是你这行政程序都还没有走，院长就先打个巴掌说，哎，这个我们。近期内不实施啊，那就没了哈。另外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想请问了、啊，最近财政部啊一直发行国库券，是啊、哦，国库、这个已经发今年已经发行了14次了，是您会不会觉得多了一点？97年发行了10次，96年才发行了3次而已，是那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频频发行，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会不会你是不是要等到将来国际信评机构把台湾的债信降级之前、哦、主权平等降级之前、这个、赶快先发行啊，这个跟我讲这完全是两回事情、啊、那是怎么回事？你告诉我，他是讲我们一年期以上债务的余额哦，那个是一个未偿余额现在多少？未偿现在是3兆9000多亿，大概4兆左右哈、哦，是呈上升的趋势嘛哈？哎、哦，是呈上升是没有错，这是一点。您刚刚提到的国库券，它是完全年度内一年以下资金调度的。
我跟委员报告，请说。从反面讲，我调度的越频繁，表示我们越努力呀、啊。调度的越频繁，我的资金成本相对的，我看到努力，可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漏洞越大，我们的资金成本看到缺口很大，资金成本越低呀、啊。假定我比较那个偷懒一点，我一次发长的，利率很高，我就吃亏啦。我们的同仁很用心去计算我的资金的这个 cash flow 的状况。上次你跟我们讲说必要的调度，昨天你跟我们讲说去收人家烂摊子，现在就说你们用心，那以前都不用心、啊。我不会说人家收烂摊子啊，不会说的。对啊，那以前都不用心。96年发行3次，97年发行10次，因为每98年发行10次，这个那99年是要发行100次，这个不能用次数做来比较，因为每个时空背景不一样。那你刚刚不是讲说次数很多表示很用心吗？是没有错啊，因为我讲天发现在又不能用次数代表你们用心，那用什么？因为这个实物运作可能两个层面，今天是我们为什么要发，我的现金调度有需要嘛？对，我现金调度是短期的东西还是长期的需要啊？是，所以我根据我期间根据我的量来安排发行这个国库券的次数跟金额。您的意思、哎、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为了省事偷懒，我就发一个发行很长的，啊、利息付多一点，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我们同仁用心，就可以节省我们很多的资金成本。一种解读面向是用心，一种解读面向是捉襟见肘。这个因为是客观的条件的问题嘛，哦，我们今天是为大家服务的。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经济不景气，税收短收，所以说捉襟见肘。我们也肯定你的用心，但是也忧心这个缺口。是。好，谢谢。好，谢谢黄伟哲黄委员。我们现场两位委员呢、啊，等一下发言完毕，我们就休息5分钟啊、哦。那我们请罗淑蕾罗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官员、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主席，我们是不是请李部长？来，李部长。哎，罗委员早。那个部长是，那个从那个报章杂志看到，就说那个高铁的那个连带案积极开板嘛，吼。那最重要，主要说这一次连带案，主要大部分都是公股银行、公股行库来承担它的第二连带的那。目前它连带的那些参代的银行是这样的。对，就参代银行可能还会增增减减，都公股银行嘛，吼。还是。那一般在最重要，当然那个利率呀、啊，平均利率是1.8%，是，就等于1.8%嘛。那事实上我们的公股银行只要用比较低的利率去借他们的话，那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将来的一个缴库的盈余，这没有错。好，那这部分它会影响多大，有没有评估过？因为这个要完全看市场利率的行情了。目前 overnight 隔一台0.0几而已啊，我们自己国库券发国库券的话0.1而已啊，所以这个完全看我的期间以及当时的那个金融状况哦，过去几年有的6%、8%的都有啊，所以这完全不是用这个数字做比较，要看现实的环境哦，合理的利润率这个是合理必要的，哎。对，那再来最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一次哦，你们在那个主要说这，因为公股银行是等于是被人家那个绑架上场的嘛，应该不是啦，所以几乎是有点银行也是放款做生意嘛，本来都是有，大部分都是有名股银行，他们本来大部分以前原来的他们第一次的那个年代的话，大部分都是他们那个名股银行蛮多的啦，而、啊、这次好像名股银行是几乎都好像没有意愿嘛吼，那变成公股银行来承接嘛，那因为他这个部分，其实高铁本身它是一个民营机构嘛，一般银行的话，他们对于他们贷款的一个授信的一个评定的一个标准，大部分都是用他的资产超70%或80%来那个核贷的那个成数嘛，吼，大部分都这样子嘛。只要一般的老百姓，有时候不要说70%、80%的，60%都借不到了吼。那现在以高铁的总资产的话，现在大概估下来差不多是4300亿了。是。只要80%的话，差不多都是等于3300亿嘛，吼。那这次我们几乎是借到3820亿呀、啊，哦，第二年的3820，也就在民间来讲，就有所谓的超贷的问题了。那超贷问题的话，那你这里你说说好，你们要让那个承贷人员的一个行政责任，看能不能是没有就能够要免除，就万一将来有事的话，要同意免除银行承贷人员的一个行政责任呢、啊？那我们知道公股银行大部分的那个行员都是具有公务人员的资格嘛。所以这一点跟委员特别报告，这可能两点啊。第一点，我们今天高铁的贷款，它不是一般商业的这种
土融、建融或是一般的商业融，不是这一类型，它是属于一种 project financing， 是属于计划型，看未来营收 cash flow 的一种贷款机制，说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贷款形态。因为不同的贷款形态，所以它授信的条件的规划就不一样了。我说这一点可能第一点哈。第二点，今天我们这个透过公股金融机构来参与这样子国家重大建设的融资案，基本上讲起来，我们反面来讲，假定不做的话，这个计划，这个高铁的营运受到影响，那影响还是全国啊。不是啊，所以政府有这个责任。当初就是一个错误嘛，一个错误嘛。你当时哪有说保证人是那个交通部嘛？所以你是这当然没有办法就要接下来。那你现在看，你因为高铁它毕竟它目前它还是定位在民营机构嘛，对，没有错。就是你的定位它是国营事业呢，民间的经营的效能，对，它是国营事业呢还是民营机构？建设。那么这个民营机构本身，高铁本身预估下来的话，你说它短期间它会赚钱，因为它的损益平衡点在它的那个营运量来讲，它一下一天就8万多次的那个根本不可能嘛。那它长期它将来的一年的话，估算出来它差不多几乎都是亏损嘛。那还有就是用就用利用那个技术性的让它能够减少亏损，那个真的是坦白讲就是一个做假账的方式。你就应该不是的，你同意它去延长那个折旧，大家都很清楚。那个你本来你摊提那个折旧的话，是应该是说它的那个 BOT 几年就是几年嘛，还说给它延长到几年去。那当然我们不去讨论这一些的，只是说你们是不是？我现在是替那一些公股银行的这一些行库人员，他们都是具有公务人员的资格。对对。那假如因为高铁目前是界定在民营机构，那假如他们一个授信的程序违反了一般的这他们的一个程序，因为您刚提到就是说什么要跳脱，就是什么国家重大建设那些嘛，那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做个决议？就说啊，好，以后只要参贷的有在那个所有的签在那个核贷文件里面都有签字的，都可以免除行政责任。你不要说到了5年后10年后，监察院又回过头来说弹劾要调查，那是害死这些行库人员吗？不会了，基本上这个不是说为了这个特殊这个个案这样处理。事实上，我们在纾困的机制下就有这样一个机制。所以这是提醒你，因为你们说免除行政人员的责任，那行政人员里面因为有公股银行是蛮那个的哈，对，都是公务人员的，所以请你要注意这一点，对，一定要的，不要到时候害死。我们要保障我的债权，要保障我们同仁的这个权益。所以其实那个债权能不能保障哦？我告诉你都有问题的，因为他东西在那里，他资产在那个地方。东西在那里，那个根本他营收能不能赚钱？反正这个已经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大窟窿洞，已经没有那个好。那部长，我请教你，我们今天在修这个营业税法了哈。那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是一直在减税加税在那边弄了哈。那现在目前我们根据一份资料来显示，就是说你目前减税的大部分都是以企业减的比较多。不会哦，那个人减的我你看嘛，我给你看一个一个表嘛，一个表你看看，你这每一年下来的话，都是个人免的比较少，像我们最近减的那个货物汽车货物税也是消费大众啊。那这个东西，你会不会造成就是说一个租税的公的正义啊？坦白讲是蛮难那个，所以应该不会啦。对啊，所以是不是？所以你有没有考量到说这个很多你的一个。税的一个免税的一个项目，比如对公司来讲，它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可以减免的项目，是不是整个这个是要做个检讨？有这点我跟委员报，是这是委员也点出重点，我报告几个数字您参考一下。我们所得税的税系里面有105种减免项目，因为身份别目的也不同。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财产税、地价税、房屋税里面，因为使用者或者目的不同，有86种减免项目。我们的营业税减免项目有42种，它都是依据社会公平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或是环保永续的必要做出特殊的规定。所以我们今天透过租税的政策去达到不同的政策目的，这是必要的。那部长，我跟你讲，我今天我的重点是这样子的哈。我们那个企业，我们那个促产条例呀、啊，等于说今年就要年底就要落日嘛。是。可是你在产业创新条例里面，是很多项目都是借势还魂又回来。我们只有4项，所以包括研发、人还有人才、人品、营运总部跟国际物流嘛。是。那还有国际物流配销中心的税，是这样会不会造成还是税基还是被侵蚀嘛？不会。那还有一点，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说，经济部啊，他现在他好像要去修改那个促产条例。
要把那个五年免税就扩大五年免税，那他申请的日期要到今年年底，那届时你到时候你租税减免的项目是不是又更多了？我们所以黄啊，尽量收缩了啦。黄啊，你促产你虽然没错，你说促产条例没有了，好、哦，那你产业创新条例里面，产业创新条例里面。你那个四大部分又还在，四大只有300亿，大概300亿。对，你等于说，我刚刚讲嘛，研发嘛，人培营运总部跟国际物流这部分，你还是在嘛？是。那你还是在的话，那又经济部又来修，他又促产又说希望又把那个五年扩大五年免税，那么他申请到日期到今年年底，那这样的话你的税金不是整个又侵蚀了吧？那到你那你何必说我促产条例要到年底呢？我这点跟委员报告，我们从一个数字来看哈，促产落日我收回了1400多亿，那今天因应经济发展上的需要，那我们在刚刚讲的四项只有300亿而已哦。那当然1400多亿收回来，大部分也用到我们中所税的减免项目、税率的调整、扣除的提高。对，那可是经济部，你有没有去跟经济部协商啊？有。因为经济部他们又要把那个促产9条减免到五，就等于他要扩大那个五年免税到今年年底了。对啊，没有他申请到今年年底哦。对。那他往后五年还是可以哦。那个就总数来讲，委员报告他也许看是他还是五年可以哦，所以我是建议。带动大概5000亿的投资，所以你还是你所以你这个还是要算好，你不要到时候你根本你虽然那个好像减免掉了，事实上你的税基是侵蚀的很多、哦，这个很重要。不会啦，那这好，会越来越好。那部长，我再请教你哦，我们那个健康捐呐、啊，是像要纳入营业税的税基呀、啊，对对、哦，那这个有没有变成一个变相的那个营业税？那个调升不会的，因为你税基扩大嘛，你现在把税基，因为当时我们按照那个国民年金法47条，它明定规定是说可以增加营业税1%来作为它那个国民年金的财源嘛，吼。那内政部长江部长他指出，他是说假如中央政府能够负担的话，那就先用编公务预算去编列嘛。目前还用、哦、那否则的话，它就是要调升1%的营业税嘛。那你认为呢？你认为会不会调升？因为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公务预算也都是用举债嘛，现在根本都不够嘛。因为国民那会不会调升那个营业税？因为国民年金的裁员好几项，目前来讲，公益彩券提拨的，好、哦，这是第一个，或者是公务预算拨补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公益彩券的那个已经销售量已经没有预期的好，都已经降低了很多。那它是有个永续的裁员进来嘛？它每年都有啊。所以你认为会不会？你会不会那个营业税1%会不会调涨？这个营业税1%是国民年金法里面所规范的，就以这个当一个永续固定的裁员。那什么时候要开征？当然要看整个目前国民年金的裁员。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健康签呢、啊，从1月12号开始，每包从10块到变20块了。是。那我们的销售量有没有减少？减少一点点，有限。我们查过相关统计，大概不到10%了。不到10%嘛，那你只要我们现在修那营业税16条，只要把201亿的这一个健康监纳入我们税基，健康税纳到我们税基去的话，是等于你税基扩大嘛，所以你税基扩大的话，那你营业税5%，那也是多不到10亿啊。对啊，等于也是变相的加税嘛。应该不是这样讲，因为这个是它本来就是属于税基的一项嘛。对了，那可是你现在把这个部分，你因为你调升了这一个健康监，再把这个健康监纳入营业税的税基去的话，等于也就是调升营业税的意思一样啊。那这个相对来讲，原来就希望因为它就增加它的营业额嘛，因为它的营业总额，它你加进去了以后，它的售价提高嘛，是。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健康监也加入营业税的税基嘛，因为它的营业增加，所以也就是等于是说一种变相的调整营业税嘛。应该不是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健康局、啊、那个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各位，那个不了解的话，在私底下哈、哦，另外在那个部长给你做说明，是是好不好？谢谢。哦、谢谢，因为时间已经、哦、超过了，谢谢。那个继续来，我们请惠宏泰惠委员。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官员，我们是不是请一下部长？好吧。来，李部长。来，费委员长。哎，那个部长好啊。是。我看你们今天要修这个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啊，里面也谈到可以遏制逃漏税哈、啊。是。请问一下，你们的预估啊，遏制逃漏税可以增加你们多少的税收啊？
这个哦是非常难估计，但是根据以往我们一些还是要估计一下。对对，我想所以给你报告个数字嘛哈，我们现在中华民国我们一年大概透过茶几、陶落各种的方法，大概是课征600亿左右，相对总数来讲大概只有5%。反过来讲，95%的纳税义务人呢、啊，都是规规矩矩依法缴进来。但是我们如何让这5%更少？所以必须在税制面做一些检讨。所以今天这里面修章就是说，把这个内涵的定义把它写清楚。我想各位可以了解很多地方，你要那你的估计，你们估计五个国税局下来这样子可以增加多少的税吗？我这个大概以目前这个比率关系来讲，我们营业税占全国税收大概6%。来，我们给那个大概一部税组的署长来考试一下。来，那个徐署长，这个你们必须得做一个估算嘛，是，对不对？否则我们国家的那个你借债越来越多，赤字越来越大。对不对？我们今天之所以排这个东西，是希望帮你们忙啊。对，没有错。请教两位，你们这样子，因为你们写出来的，你们写出来的修法的效益嘛，修法效益里面的第四个指向是遏止逃漏税嘛。那请问你遏止逃漏税，那你们一定知道现在有在逃漏税吧？是，对不对，部长？对，目前你们敢写出来，就是说代表你现在知道他有逃漏税。这里就是，而且你也知道它有多大，对，没有错，所以你才敢写。那我就请教你喽。对，那到底有多少的逃漏税吧？好，你说一下。那把这边把它抓到以后，你才知道我可以增加多少税。对，没有错，我想这委员非常专业，一看就晓得哈。我们遏止逃漏，我们目前是两项，第一个就是农业用有渔业用，我都了解了，我这个你们都看到了。有个数字哈，报告一下，数字大概多少？200万左右。才200万，两百万左右，因为它渔业用油跟农业用油的量还是有限嘛，一年下来，它把它卖给别人，那这逃漏税，遏止逃漏税以后才增加了200万的税。哦，这是第一项啊，农业用油、渔业用油。第一项200万也要写那么大哦，啊？不，总是表达出来我们这个效益嘛，这是第一点。200万啊。第二点就是说，把这个营业税内涵的规范把它写清楚。哎，那目前有些营业人他就是说，你要会增加多少？这个当然要看后续这个执行的情况。我讲哈，部长是真的，你们这样子写啊，这好像有让我感觉你们在应付我们呢。不会啦，我们真的就是报告。你明年用举债是99年的预算，用举债支付总预算，还有两个特别预算，金额是多少钱呢、啊？总共加起来是5100。5100多亿啊，5000多亿啊！我听了都一年就增加5000多，头皮都发麻了。然后你们写的，哎呀，冠冕堂皇，遏止逃漏税，第一项多少钱？200万。我刚才以为我听错，我以为200亿，两百亿才好意思讲一讲嘛，200万也好意思讲，差劲的。我想你们现在编预算，大概明年要举债5000多亿，现在你们不是要举债的额度，你都已经到了 ceiling 了。对不对？还没有，还差一点，还差一部分。快到 C 里，没什么可以谈的。36, 再到 C 里你就淹死了。加税，我看你们这个团队也不敢谈。现在你们好像强调的重点是要国产处理，对不对？是。国产处理，你们预计一年可以增加速度有多少？我们初步有个规划，大概我用数字没带过来，我们有才国产，大概未来到105年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增加2000亿左右。从矿产的开发，你那么有出租出售，你说未来到民国哪一年？105，100几？105，105年。是，因为我们每一年都设定地上，各位所有的在场的人报告，105年我们在哪都不知道了。我跟你讲啊，2002年，陈水扁开的第一次金发会，林权的时候当行政院主计长。本人是委员，是我跟殷乃平他们对他做一个强烈要求，后来他跟我讲说10年税入税收打平，结果呢？结果明年是我们举债5000亿，开那么长的东西啊，都是有点不太负责任的、啊。当然我知道你很想做，听说你最近要先增加一个次长，要请那个许志坚先生来当你们次长，是不是这样的？对，目前是这样规划，是好好的去做。但是啊，平常讲我就问。我也不知道你们会这个会增加多少税，一增加税才增加个200万，我的天哪！就那是那一项嘛，还有别的部分哈，还有别的部分。你们现在的就像刚才我就要从这个题目再跨到来谈高铁了。是，高铁由国库来背书，现在哈，我真的我是觉得明目张胆啊，就是帮拎旗的忙。
民部长我就大声的讲，英奇就是个坏人，明目张胆的帮五大原始股东这五个大坏人去帮他们背书，对，难怪人家对我们国家的再信平等再给你下降，这就明目，这就很非常清楚的，这个隐藏性的或有负债就是在增加嘛，对不对？一天到晚减税，一天到晚增加你的或有负债，这个国家的信评怎么会好呢？真的，蹲，帮他们去背书，国库拿来背书，他们是民间公司哦，当初讲说政府是零出资的哦，还可以回馈政府1000亿，结果呢是政府拿人民绑架人民，用国库来背书，增加我们的或有负债，让我们的债评这个越来越坏。部长真的好，所以我们在对你们这种团队，当然这个跟你无关了、啊，但是公署行库总是归你管嘛，是是，对不对？你只要告诉点行政院会，告诉毛部长这样做、啊，真的是祸及子孙啊！所以委员指教我们非常重视，就是说对债权的确保，我们如何去确保嘛？利率如何合理化？你怎么确保债权？你们银行可以确保，是银行是可以确保，国库能够确保吗？让这些人哎，五个坏蛋，真的是我大声的告诉他们，就是五个坏蛋。现在钱赚了，人要跑了，还要跟政府求偿，那个大坏蛋好意思讲吗？对的，那是不对的，哎，对不对？对，我跟你讲，我对欧进德以前啊，我以前不直接称呼他的名字，我现在直接称呼他的名字，我以前对他是蛮尊敬的，他居然支持他们，叫去这样做，真的换了屁股就换了脑袋，很丢人的，我跟你讲，真是。我们一起来努力改进。你就真的告诉他，我对他非常非常的不，非常非常的不耻，我跟你讲。我们再来谈谈啊，你们很多事情都不把话讲清楚。监察院弹劾说台北市北高市政府说我们中央单位、啊、帮他去编预算啊，这个欠啊还欠中央的钱。我觉得大家都真的，我每次都想又利用这种机会讲清楚。我是台北市的市民，讲的没错了，确实。当民国88年把营业税、地方税变成国税的时候，当时的政府就应该修其他相关的税。对对对，像其他相关的法律，台北市政府有20-30项是其他县市，就直辖市要出的，其他县市是不要出的。26，我们一年啊，要多比按不去修这个法，要多了缴了400多亿。400多亿的费用。真的，我就请教监察委员，你不能只看这一条，不这一条法你。你违法，但是你为什么不看看其他的法呢？是监察院就我平常讲，我不会讲他们没有学问呐、啊，但是也就这个意思了。对，你要去看看其他的法，其他的法有没有配合去修嘛？对不对？当营业税由地方税变国税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去修其他法，监察院就应该指出来说，行政院你应该修其他的法。身为台北市民，台北市260万人。我们的劳工最多260万人好了，可是我要缴多少人的劳健保费你知道吗？360万人的劳健保费，我台北市人是凯子哦。所以平常讲，我对没有学问人讲出那个话，我就觉得很生气，可是就听不到你们的辩驳、啊、我都有说了，好像台北市的市民都是谁一样，我们欠中央的钱不还。是这点我想谢谢委员，事实上因为整个案子我最清楚，除了刚才您讲那个460，可是你清楚你都不讲啊。有，我都有讲、啊、你都在明哲保身啊。没有，我都有说明，除了那个之外、哦、还跟您报告一下，从88年陆续修法减税，都是减的地方的税。我跟你讲啊、哦，哎，我就觉得要弹劾人家，当然可以，是他的职责。可是你怎么把事情，我现在还没有看过他的弹劾书了。但是我看看报纸上登的东西，你要谈就谈一个整体嘛。台北市为什么从88年我们拒缴？对，拒缴劳健保费，你总要知道我们的理由嘛。你哎，当初大家这个营业税50%归我们地方政府，我们收了一点就算了，啊，多付点钱就算了。可是你中央一直把它拿回去，然后逐年的给台北市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结果哎，其他要配合的，我们原来多缴不讲话的，你就睁个眼闭个眼，这个叫做整体的考量吗？这是我就觉得啊，平常讲，如果说是法官判这个法，那个法官呢、啊、没有什么知识，
因为你要看整体，哎，你总要知道我的动机是什么吧？我动机当初为什么我们去缴这个税？是你对我不公平，你应该去修其他的法嘛？是不是这样子？是没有错，没有错。大声的告诉我跟你讲啊，是是，我就觉得啊，我真的对监察委员，我也建议他们多读点书，多了解一下民情，对不对？这对台北市民是一个羞辱的。台北市民，我为什么要去帮别人缴劳健保费？你告诉我一个理由。你真的告诉我一个理由？好像我们不缴，判你们的，判你们啊，法院也判你们错，监察院也对你们弹劾，你们都不敢讲话。我告诉你，这不是在做官的一个道理。尤其是对台北市民，我大声的告诉台北市民，告诉那些法官，告诉那些检察官，请他多读点书。谢谢，我们都有。好，谢谢，谢谢惠宏泰惠委员。来，那个部长，你们都请回哈。好，我们接下来，郭树春，郭树春，郭树春，林正二，林正二，林正二，刘胜良，刘胜良，刘胜良，杨琼英，杨琼英，杨琼英，郑金林，郑金林，郑金林，蔡锦龙，蔡锦龙，蔡锦龙，吴玉生，吴玉生，吴玉生。谢国良，谢国良，谢国良，吴清池，吴清池，吴清池，潘维刚，潘维刚，潘维刚，卢嘉诚，卢嘉诚，卢嘉诚，蒋乃馨，蒋乃馨，蒋乃馨，江义雄，江义雄，江义雄，赵丽云，赵丽云，赵丽云，郑如芬，郑如芬，郑如芬，杨丽环，杨丽环，杨丽环，罗明才，罗明才，罗明才。好，那我们休息五分钟以后继续哈。
好，我们继续开会哈。好，我想整个报告以及询答已经完毕哈。那其中有我们本会的委员呐、潘维刚、陈杰所提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主管机关以书面答复。委员的质询以及未及答复的部分，请相关主管机关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也一并在一周内提交本委员会，并分送相关委员。那我们现在啊，来进行逐条讨论，请议事人员来宣读修正草案之内容。韩委员的提案哈。行政院函请审议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院委员张庆忠等24人提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法第七条条文修正草案条文对照表，请委员参阅关系文书内页第六页。行政院提案第二条营业税之纳税义务人如下：一、销售货物或劳务之营业人；二、进口货物之收货人或持有人；三、外国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在中华民国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者，即所销售劳务之买受人，但外国国际运输事业在中华民国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而有代理人者，为其代理人。四、第八条第一项第27款、第28款规定之农业用油、渔业用油有转让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税规定者，为转让或移作他用之人，但转让或移作他用之人不明者，为货物持有人。第四，行政院提案第三条之二，非以盈利为目的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及专营免税货物或劳务之营业人，有第三条第三项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情形，经查明其进项税额并未申报扣抵销项税额者，不适用该条项有关视为销售之规定。行政院提案第五条，货物有下列情形之一为进口：一、货物自国外进口中华民国境内者，但进入保税区之保税货物不包括在内；二、保税货物自保税区进入中华民国境内之其他地区者。行政院提案第六条之一，本法所称保税区，指政府核定之加工出口区、科学工业园区、农业科技园区、自由贸易港区及海关管理之保税工厂、保税仓库、物流中心或其他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设立之且由海关监管之专区。本法所称保税区营业人，指政府核定之加工出口区内之区内事业、科学工业园区之园区事业、农业科技园区之园区事业、自由贸易港区内之自由港区事业及海关管理之保税工厂、保税仓库、物流中心或其他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设立且由海关监管之专区事业。本法所称课税区及营业人，指保税区营业人以外之营业人。行政院提案第七条，下列货物或劳务之营业税税率为零：一、外销货物；二、与外销有关之劳务或在国内提供而在国外使用之劳务；三、依法设立之免税商店销售与过境或出境旅客之货物；四、销售与保税区营业人供营运之货物或劳务；五、国际间之运输但外国运输事业在中华民国境内经营国际运输业务者，应以各该国对中华民国国际运输事业予以相等待遇或免征类似税捐者为限。六、国际运输用之船舶、航空器及远洋渔船；七、销售与国际运输用之船舶、航空器及远洋渔船所使用之货物或修缮劳务；八、保税区营业人销售与课税区营业人为输往课税区而直接出口之货物；
九、保税区营业人销售与课税区营业人存入自由港区事业或海关管理之保税仓库、物流中心以供外销之货物。行政院提案第八条之三、依第八条第一项第二十七款、第二十八款规定，免征营业税之农业用油、渔业用油有转让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税规定者，应补缴营业税。第九条，进口下列货物免征营业税：一、第七条第六款、第八条第一项第二十七款之肥料及第三十款之货物；二、关税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之货物，但因转让或变更用途，依照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补缴关税者，应补缴营业税；三、本国之谷物。第十六条、第十四条所定之销售额，为营业人销售货物或劳务所收取之全部代价，包括营业人在货物或劳务之价额外收取之一切费用，但本次销售之营业税额不在其内。前项货物如系应征货物税、烟酒税或烟品健康福利捐之货物，其销售额应加计货物税额、烟酒税额或烟品健康福利捐额金额在内。第二十条，进口货物按关税完税价格加计进口税后之数额，依第十条规定之税率计算营业额。前项货物如系应征货物税、烟酒税或烟品健康福利捐之货物，按前项数额加计货物税额、烟酒税额或烟品健康福利捐金额后计算营业税额。第二十八条，营业人之总机构及其他固定营业场所，应于开始营业前分别向主管稽征机关申请营业登记。第三十条，营业人依第二十八条申请营业登记之事项有变更或营业人合并、转让、解散或废止时，均应于事实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填具申请书，向主管稽征机关申请变更或注销营业登记。前项业人申请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应于缴清税款或提供担保之后为之，但因合并、增加资本、营业地址或营业种类变更而申请变更登记者，不在此限。第三十条之一，营业登记事项，申请营业登记、变更或注销登记之程序，应减负之书件与撤销或废止登记之事由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规则，由财政部定之。第三十二条，营业人销售货物或劳务，应依本法营业人开立销售凭证时限表规定之时限，开立统一发票交付买受人，但营业性质特殊之营业人及小规模营业人，得撤发普通收据，免用统一发票。营业人对于应税货物或劳务之定价，应内含营业税。营业人依第十四条规定计算之销项税额，买受人为营业人者，应与销售额于统一发票上分别载明之，买受人为非营业人者，应以定价开立统一发票。统一发票由政府印制发售，或核定营业人自行印制，其格式、记载事项与使用办法由财政部定之。主管稽征机关得核定营业人使用收银机开立统一发票，或以收银机收据代替主笔开立统一发票，其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第三十六条，外国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在中华民国境内无固定场所而有销售劳务者，应由劳务买受人于给付报酬之次期开始十五日内，就给付额依第十条或第十一条第一项锁定税率计算营业税额缴纳之，但买受人未依第四章第一节规定计算税额之营业人，其购进之劳务、专供营业应税货物或劳务之用者，免予缴纳。其为兼营
第八条第一项免税货物或劳务者，缴纳之比率由财政部定之。外国国际运输事业在中华民国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而有代理人在中华民国境内销售劳务，其代理人应于在运客或出境之次期开始十五日内，就销售额按第十条规定税率计算营业税额，并依第三十五条规定申报缴纳第一项劳务买受人购买之劳务每笔给付额在财政部公告支限额以下者，免依该项规定缴纳营业税。赖委员四保等修正动议第三十六条。外国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在中华民国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而有销售劳务者，应由劳务买受人于给付报酬之次期开始十五日内，就给付额依第十条或第十一条第三项锁定税率计算营业额缴纳之。但买受人未依第四章第一节规定计算税额之营业人，其购进之劳务专供营业应税货物或劳务之用者，免予缴纳。其为兼营第八条第一项免税货物或劳务者，缴纳之比率由财政部定之。外国国际运输事业在中华民国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而有代理人在中华民国境内销售劳务，其代理人应于载运客或出境之次期开始十五日内，就销售额按第十条规定税率计算营业税额，并依第三十五条规定申报缴纳第一项劳务买受人购买之劳务每笔给付额在财政部公告之限额以下者，免依该项规定缴纳营业税。行政院提案第四十二条之一，主管稽征机关收到营业税申报书后，应于第三十五条规定申报期限届满之次日六个月内，核定其销售额应纳或应付营业税额。依税捐稽征法第四十八条之一规定，主动向主管稽征机关补报并补缴所漏税款者，主管稽征机关应于受理之次日起六个月内核定。第一项应由主管稽征机关核定之案件，其无因补缴税额或无因退税额者，主管稽征机关得以公告方式载明按营业人申报资料核定代替核定额定核定税额通知文书之送达。赖委员四保等修正动议第四十二条之一，主管稽征机关收到营业税申报书后，应于第三十五条规定申报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个月内，核定其销售额应纳或应付营业税额。依税捐稽征法第四十八条之一规定，主动向主管稽征机关补报并补缴所漏税款者，主管稽征机关应于受理之次日起三个月内核定。前二项有特殊情形不能在三个月内办竣者，应于限期内报请上级主管机关核准延期。第一项应由主管稽征机关核定之案件，其无因补缴税额或无因退税额者，主管稽征机关得以公告方式载明按营业人申报资料核定代替核定税额通知文书之送达。前项公告日期、公告内容、公告日数及公告方法由财政部定之。行政院提案第四十八条之一，营业人对应税货物或劳务之定价，未依第三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内含营业税，经通知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处新台币一亿五百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锾。宣读完毕。好，我们就继续开会哈。那我们现在请议事人员来宣读协商结论。
宣读协商结论，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修正第二条、第三条之二、第五条、第六条之一、第七条、第八条之三、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条之一、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之一、第四十八条之一条文，均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三十六条条文修正如下。外国之事业、机关、团体、组织，在中华民国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而销售劳务者，应由劳务买受人于给付报酬之次期间，次期开始十五日内，就给付额依第十条或第十一条第一项但书所定税率，计算营业税额缴纳之。其给付额属第十一条第一项各业之专属本业劳务者，应按3%计算营业税额缴纳之，但买受人为依第四章第一节规定计算税额之营业人，其购进之劳务专供营经营应税货物或劳务之用者，免予缴纳；其为兼营第八条第一项免税货物或劳务者，缴纳之比例由财政部定之。外国国际运输事业。在中华民国境内无固定营业场所而有代理人在中华民国境内销售劳务，其代理人应于载运客货出境之次期开始十五日内，就销售额按第十条规定税率计算营业税额，并依第三十五条规定申报缴纳。第一项劳务买受人购买之劳务，每笔给付额在财政部公告之限额以下者，免依该项规定缴纳营业税。宣读完毕。好，我想我们本日的议程处理完毕。那个，我们现在先问我们在场的委员针对刚刚协商的结论有没有异议？三八丢，好，没有异议。好，那我想我们本日的议程就处理完毕。做如下决议，院会交付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员张庆忠等24人拟具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第七条条文修正草案并案审查完竣。拟具这个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本案时由本席来做补充说明。那请问本案是否需要交由党团来协商？不必交党团协商吧？不必。好，那我想我们本日的议程就处理完毕，谢谢大家，散会。对。